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那个林立常委员哈，好，各位新住民协会的负责人，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列席的政府官员我们花次长等各机关的代表，非常欢迎并感谢各位能够参加今天的公听会哈。那立法院，为了审查这个新住民基本法的草案特别举行今天的公听会，特别邀请各位先进发表高见，各位所提的意见我们会做详实的记录，作为审查新住民基本法草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今天的讨论提纲，我们简要的列出了两点。这个提纲，是提供给各位参考之用，可以不用照这个提纲，可以就你们认为提纲之外要提出的意见跟看法都可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都可以提出来那现在介绍与会的人员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林立常委员。花木兰文化产业发展协会树拟会理事长。台湾新住民权益关怀协会罗美玲理事长，台中市亲子阅读协会谢良理事长，财团法人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陈廷安专员，台湾新移民发展与交流协会秘书长徐宏清秘书长，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刘倩，财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新移民家庭成长中心组长朱雅萍组长。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负责人张正，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王志胜教授，中华民国南洋台湾姐妹会谢世先主任，真理大学谢振龙教授。对不起，对不起，蔡振龙教授。还有没有？桃园市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牛春如总干事。好，内政部我们花敬群政务次长。其他的有这个有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的资议朱应慈资议好，其他我们有大家可以。参阅这个名单有卫生福利部的，也有教育部的劳动部，大陆委员会、国发会、文化部、司法院、经济部，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还有考检部的都有这个。好，我们今天的公听会的程序程序上我们按照签到的一个先后的顺序，就由新住民协会的负责人、学者、专家
做第一轮的发言。行政机关的代表，如果有回应的部分，再请发言。那本院的委员，因为同时在开其他的委员会议，如果有我们本院的委员来的话，我们也会视实际的一个情况哈，来请本院的立法委员来发言哈。我们会按照这个整个进行的状况来决定，每人发言的时间为8分钟。第一轮发言结束之后，如果各位这个学者专家，我们各位新住民的负责人，如果还有其他的高见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我们现在这个公听会现在开始哈。我们首先我们请内政部花次长先行报告。主席郑昭伟，林立常委员，在座各位新住民团体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各机关代表，大家好。非常感谢立法院郑委员对新住民的用心，召开新住民基本法的草案的公听会。那很荣幸在场在这边听听各位的意见来进行交流。林立常委员所提的新住民基本法草案，已经在今年的10月31号经过立法院院会决议交付内政委员会来审查。当然我们都知道让新住民融入台湾的社会能够有个好的生活环境，基本上绝对是政府在推动新住民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同样的台湾现在面临的少子化、高龄化等等的问题，那也导致了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这些年来，当然从国际上国外移入的台湾的人口，确实是以婚姻移民为多数。那这部分也是现阶段我们在移民辅导的一个工作重点。同样的，在移民政策方面，我们已经配合国家发展委员会研拟了移民政策推动的草案，也将结合各部会的资源，松绑法令，以拥抱国际人才、填补人力缺口以及落实人权保障为目标，让移民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有尊严。为了提高层级，进行跨部会的资源整合，稳健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行政院也在104年的6月成立了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每6个月定期召开会议，来会诊各新住民相关议题，落实对新住民家庭的各项服务。该协调汇报是由我们内政部担任幕僚单位，规划整合新住民事务的相关措施，以跨部会、跨区域协力的方式，精进各项照顾服务，以接轨国际并拓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视野。该协调汇报因应新住民的需求，历次的会议包括外籍配偶照顾辅导基金转型的方向、新住民及其二代培力的规划、新住民放宽学历采认然后的崭新计划、新南向政策中新住民语言文化及经贸人才的培育、新住民语言教材及师资的发展、另外修正国民中小学教学支援工作人力的聘任办法等等。同时也鼓励新住民考取专业证照或担任通译人员，来保障新住民的权益。同样，为了协助婚姻移民来台后的生活，内政部从1992年开始就定有外籍与大陆配偶的照顾辅导措施。那这个措施现在已经更名为新住民照顾服务措施。这里面一共有8大的工作重点，分别是生活适应辅导、医疗优生保健、保障就业权益、提升教育文化、协助子女教养、人身安全保护、健全法令制度以及落实观念宣导。中央部会还有各地方政府相关机关也都依所编列的预算在积极办理中，并且每半年召开检讨会议，并进行跨部会的沟通协调。
我们都了解哈，新住民特别是婚姻移民的这个部分，这些年来逐步从高点大概慢慢的减少了。当然数量上面确实还是所占比例还不算太低。过去政府在这方面的协助，当然包含了外配进来之后，我们在入涉及之前的协助，大概也是比较重资源比较着重投入的地方。当然入籍之后，他就比照国人有享有相同的待遇。同样我们最近也慢慢的发觉到，外籍配偶到了台湾之后，他涉及的意愿确实不像以前比例那么高了。原因也是在于说东南亚或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确实也不让台湾的这个涉及的吸引力也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强烈。这部分大概我们从很多的资料上面陆陆续续看到一些这样的趋势。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新住民基本法的草案，它跟现阶段从行政院一直到各部会在执行的工作重点内涵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比较大的差别是所谓新住民的这个范围对象的认定，这个部分确实还是有它比较不一致之处。当然这些部分都需要也都希望再听听各位宝贵的意见，能够在这个部分的工作照顾上面能够做得更完整更落实。当然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事务确实也涉及跨部会，例如教育就是教育部，医疗或者是卫生福利这个部分可能是卫福部，会有文化劳动等等，都是整体国家移民政策。也就是说在新住民基本法草案里头所提到的工作，它涉及到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各项业务和前面所述的八大工作重点，某相当程度上当然是重叠。所以说如何研议比较好的立法内容或者立法的方式，内政部现在也正在收集各个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或者是执行的经验，希望能够研拟出比较好的一个运作模式。好，最后当然希望透过与各位先进的交流，聆听各位对新住民照顾作为的精进建议，我们希望是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导向，来落实推动全方位的照顾服务和权益保障。好，以上说明，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花次长。那我们请第二个部会是我们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研究委员何达人。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座各位新住民团体的代表，还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对于这一个内政委员会召开新住民基本法草案的公听会呢，以下本会提出三点说明，敬请各位先进指教。第一点，中国大陆配偶是新住民重要的一环，那政府的政策是逐步修法来调整相关的规定，其中在身份证取得年限的规定，我们在1998年已经把这一个身份证取得的年限由8年缩短为6年。那另外在去年行政院在去年2月1号也再度在研拟了一个修正草案，把这一个中国大陆配偶的身份证年限取得调整为这一个4到8年。那经过这一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审议，初步维持现行的规定6年。那本会的立场是尊重立法院委员会的审查结果，那么未来行政部门会秉持实质照顾更重要，持续来保障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生活权益，优先解决取等融入台湾社会所迫切面临的经济、家庭、子女等需求问题，让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在工作权的部分呢，为了保障中国大陆配偶的工作权，政府也在1989年跟1992年两度修正两岸条例第17条之一的规定，放宽取等于停居留期间经许可后得在台工作。在1998年也再度修正前阶规定，全面放宽中国大陆配偶在台居留期间即可在台工作。那为了重视中国大陆配偶工作权益的保障以及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本会也经多次征询跟中整相关机关意见，在去年的10月27号发布函释，
凡是中国大陆人民在台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已设有户籍者，都可以受雇于各机关构学校担任临时人员。本会也透过各类的管道，积极向各个行政机关、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团体进行相关的宣传。那至于近来外界非常关切中国大陆配偶是否可以报考导游、记账师、房屋中介等专门职业技术证照问题，本会也已经邀集相关机关开会研商，但是有关机关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本会将持续中整相关的机关的意见，研拟各项方案，再次邀集各相关机关共同研商，并征询民间团体的意见，在取得多方的共识下，逐步朝放宽方向研议。在关怀辅导的面向，本会是新住民发展基金的成员，也会配合内政部推动中国大陆配偶等新住民的照顾及辅导，以适应及融入台湾社会的生活，并与内政部共同办理关怀偏远地区中国大陆配偶的活动。此外，为了协助跟关怀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生活，本会也会在年度预算里面编列相关的辅导计划，例如办理政策说明会、座谈会、基层工作人员研习营、民间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坊、拍摄 DVD 及编印相关的书籍等等。那第二点要报告的是，两岸婚姻的议题相当多元，本会也会持续跨部会协调来保障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的生活权益。本会是统筹处理两岸事务的机关，鉴于中国大陆配偶制度涉及政策的研议、法规的检视、实务的执行，这些都有赖各部会来协助，才能够建立完善的制度。那中国大陆配偶与台湾人民共组家庭，在台生活需求的工作、教育、医疗、金融、驾照等等问题，都会涉及到各相关部会的权责。本会后续将持续进行跨部会协调的工作，保障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生活权益，以建立更友善的生活环境。至于外界关心中国大陆配偶亲属来台探亲的亲等等等问题，本会课政与内政部移民署朝进一步放宽方向评估，希望能更兼顾两岸家庭亲情需求，同时也符合中国大陆配偶的期待。最后要向大家报告的是，有关新住民基本法草案，本会尊重立法委员的提案。这一个大院林委员立场等20人所提的新住民基本法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保障新住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本会跟各个行政机关所努力的目标。在新住民基本法草案的内容里面，对于推动新住民文化的发展、语言及文化交流、人才资料库建立、关怀补助、媒体禁用权、公共参与等，都有 相关的规范，这些也都涉及到各相关部会的权责，本会尊重立法委员的提案。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发言，是我们教育部终身教育司的司长黄业立司长。主席、各位委员及与会代表先进，教育部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主席所指示的用教育部推动我国各级教育制度针对新住民及其子女于文化语言教育之具体规划提出报告。以下仅则要说明第一部分，各教育阶段对新住民及其子女于文化语言教育之具体规划。一、国民中小学教育阶段，对于新住民子女曾在国外居住后返国就学，缺乏基础华语文表达沟通能力者，由学校聘请教师进行华语补救教学。另为让新住民子女认同并乐于学习及运用父母之母语，自108学年度起，将新住民语文列为国民小学必选，国民中学为选修课程。本部课政积极筹办新住民语言课程开课、师资及教材研编事宜。二、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除将东南亚语列入第二外国语方式推动，并办理新住民子女国际职场体验，于暑假期间进行为期2周以内之海外职场体验活动，增进新住民子女国际职场实务知识与技能，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并补助
办理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新住民多元文化教育议题微电影竞赛，借以提升新住民文化之校园能见度，提高学生对新住民国家多元文化之理解与尊重。三、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校院以新增东南亚语及区域文化与经贸交流养才人才养才课养成课程，并办理新住民二代培力计划，将补助大学三年级及四年级或专科学校四年级及五年级学生，且有意愿于毕业后至东南亚国家就业至少一年之新住民第二代学生，给予奖学金补助，毕业后协助媒合至母国工作。四、终身学习阶段，为协助新住民融入生活环境，本部补助地方政府办理成人基本教育研习班、新住民专班，编印识字教材，并设立新住民学习中心，规划办理家庭文化与技能培力课程，引导新住民逐步适应并发展潜能。第二部分，未来与跨部会间的合作之策进作为。一、未来将积极整合跨部会资源，并引导地方政府跨局处的资源整合，希望透过跨局处行政体系、学校及民间团体策略联盟共同推动，其能系统化与制度化地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较完整的 教育服务与照顾。二、对于久居海外新住民子女就学权益的保障，未来对于新住民西未成年子女出境时，本部将评估提供六岁到十五岁国民应受国民教育之相关提醒文件，并与内政部研议妥适做法，以保障新住民子女就学权益。以上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及先进指教，谢谢。谢谢司长。那我们请下一位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副组长吕美惠副署长。主席、各位先进还各部会代表哈，那劳动部就新住民工作权益的保障以及就业服务的措施哈，进行以下的报告。我们在工作权益的保障方面，劳动部是依照就业服务法以及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来进对于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的国民结婚且获准居留的外籍配偶以及大陆配偶。我们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在台工作。那我们从2010年10月开始，我们也宣导内政部移民署已经在新住民的居留证上有直接加注持证人不需申请工作许可的字样，来协助新住民顺利就业。有关于新住民的工作以及劳动的权益是跟我们国人相同的，不管是在劳工保险就业保险只在补偿，或者是雇主应该按月提拨劳退提拨6%的部分，是与国人相同。那劳动部在促进新住民就业的措施方面，我们有提供实体跟网络可进方便性的一个就业服务。劳动部在全国有设有300多个就业服务的据点，提供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可以就近来寻求就业服务。我们依照他们个案的需求，我们提供就业与职训的咨询。对于如果说他对于职缺不了解，他需要我们协助来跟雇主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陪同来面试，来提升他求职的一个自信心。劳动部也设有24小时的全年无休的0800-777-888的就业咨询专线。那我们另外也设置有专属的网站台湾就业通，我们里面有开设新住民的专区，我这个专区里面有提供求职求财就业权益的相关的资讯。另外我们还结合了四大超商的一个触控式 iPhone 的系统，来协助他们就近来寻找工作，里面有提供求职的求财的像职缺的相关的资讯，让我们新住民的朋友可以就近来寻找工作。那为了提升我们新住民朋友在就业技能方面，我们用自办跟委外以及补助等方式，我们办理很多元的职业训练，那供待业的新住民来选训。另外我们从1994年开始，我们就有办理有新住民的职业训练的专班。那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参加技能检定取得这个技术士证呢，我们针对新住民报检比较人次比较多的一些职类，我们有提供口语口念的国语口念的学科试题的服务。那对于我们新住民朋友，如果说符合，比如说他假设是独立负担家计，或者中高龄，或者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二度就业妇女等等一些符合我们特定对象身份资格，我们是有提供学术科的一个测试费用、报名费用以及证照费的全额的补助。另外，我们针对我们新住民朋友，有订定一个就业补助的一个作业要点。
我们运用这样一个就业的补助的措施来促进新住民就业，这里面有职训生活津贴，我们比如说每个月依照基本工资60%发给最长6个月来安定他受训期间的一个生活。另外我们也给雇用奖助，依照这个雇主呢他受雇的人数每个月鼓励雇主依照人数每个月给11000元最长10个月来鼓励雇主雇用我们新住民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就业的准备跟适应，我们有提供职场学习津贴给这个个案每个人每个月基本工资来发给。那我们对于企业呢是补助他有工作教练的一个辅导的费用，补助每个人依照每个月的5000元，那最长可以到3个月，提供我们新住民朋友有一个在职场学习的机会。那为了强化劳动权益的保障，劳动部有设置24小时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的一个专线，提供双语的服务，我们随时受理劳工有关于工作权益、劳动条件以及就业歧视等申诉与检举。新住民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劳政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诉检举，来依法查处。那我们除了积极透过大众传播的媒体，我们本部也协同地方政府办理宣导的活动来宣导劳动的法令，协助事业单位要落实相关的劳动法令，也提升我们劳动的朋友劳动意识。那实地我们也办理实地查核，这些事业单位针对如果有违法行为，我们依法裁处，强化劳动权益的保障。劳动部将根据落实对于新住民朋友的一个工作权益保障跟就业促进。那以上是我们劳动部的一个简要报告，谢谢大家请指教，谢谢。谢谢，我们请下一位的是我们文化部的综合规划司的副司长高明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部会代表，那文化部就推动新住民多元文化来进行重点的报告。那文化部为了推广多元文化、彰显文化平权理念，积极透过相关的政策计划，扩大各类族群的文化参与，来办理文化平权的政策。那当然，新住民的文化参与也是我们文化部关切的重点之一啊。那透过文化部透过多元的政策工具来协助新住民融入台湾社会，促进彼此文化的理解、包容与尊重，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以下就部里面的自行规划办理以及奖补助辅导有关推动新住民多元文化的相关的计划跟活动来做一个重点的说明。那首先是我们在今年呢成立了一个文化平权推动汇报，那这个推动汇报我们是定期会开会来跟相关讨论相关的机制，来推动本部跟所属的管所共同来深化发展友善平权的意识啊，来达到确保人民的文化禁用权啊，不会因为身份、年龄、社会性别以及族群、身心障碍的等原因来产生落差的目的啊。那当然，新住民的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文化平权推动汇报里面主要努力去达到文化禁用的一个目标。那接下来是建制是资讯交流平台的部分，在部里面的艺文资讯整合网站iCulture 这个地方，我们新增了新住民多元文化专区。那这个专区我们也跟内政部移民组新住民培力资讯网借接，来增加新住民可以使用率啊。那另外呢，文化部也补助相关团体推动新住民多元文化的活动，那订定了相关的补助作业要点。那其中有一个是推广文化平权补助作业要点的部分，就是来推动保障公众平等的文化参与跟文化禁用权，那来办理文化平权的理念的宣导。那另外也为了要推广文化阅读及人文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针对新住民族群的亲子家庭、社区学员的语言师资的培训，还有亲子共读啊，还有记忆的学习部分哈，我们办理很多的多元性的一个讲座跟活动，那也鼓励东南亚人士来台进行文化交流的合作。那另外呢，在社区营造的部分，我们补助地方
补助地方政府推动跟扶持新住民文化主体性的工作，这个是在培育新住民的文化种子啊，所以鼓励新住民或者是台湾民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那逐步来建立新住民社造人才的培育策略，这个都是属于长期性的工作啊。那包括了提案的辅导小组、简化流程等，来就是协助发生来争取平等的权益啊。那透过地方政府的进行的一个在地的辅导，协助社区组织来关注社区内的新住民，引导在地组织与新住民来扩展社区互动的网络，那能够在所处的社区内跟在地的居民交流跟融合。所以文化部在进行多元文化的这个部分推动，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个融合跟互相包容跟互相尊重。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新住民融入的补助案啊。所以透过社区机制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建构彼此的协力理解跟包容的环境。那相关的补助计划包括了新住民跟他的家庭还有社区的成员透过学习语言文字甚至包括饮食还有表演体验文化差异的课程，来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跟交流，来打破文化之间的隔阂。那除了补助之外，接下来我们也办理了新住民人才的培力的相关计划。那首先是艺文体验的推广实验计划，这也是透过一个专案的一个辅导培育，来协助跟社区共同形成一个合作方案。那提案的主题可以是培育新住民的文化种子，来促进新住民参与公共事务，来透过合作的方式来引介这个母国的文化。那另外呢，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啊，我们进行了蛮多年的新住民服务大使的一个培训计划。那这个培训计划就是说，透过原先是志工，然后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常态性的母语导览的服务，来增进各项东南亚试读活动的深度啊。那能够让这些新住民能够走入博物馆里面啊，然后能够了解博物馆里面的各种的一些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是来确保各项东南亚文化制度活动一个能够符合该国文化艺术内涵的部分哈。所以这个是新住民服务大使培训计划，这个都是属于人力培力的人才培力的相关计划。那博物馆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文化艺术体验活动跟工作坊的研习，这些目的都是要提升文化性应用哦。那举例来说，我们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呢，为了要有一个长期跟学校的一个教育推广，我们进行了移民主题的教具箱的规划跟教案的设计哦。所以我们的办理的活动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我们都是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是一个长期跟学校的教育推广，所以让学校的师生对新住民的生命经验有比较深刻的体验跟理解啊。所以除此之外，也制作了印尼多种语言版本的一个类似这样博物馆的一个指南啊，来协助新住民能够很轻松的来一览这个馆内的各种空间服务跟常设展，提升这个文化应用哦。那再来就是我们在今年也有跟就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一个专辑啊。那这个专辑呢，在每个礼拜五，在礼拜五的晚上，在空中相会，有一个就是邀请各国的就是新住民的朋友，以博物馆物件作为沟通的媒介，跨越不同的文化脉络，来从来介绍就是连接新住民朋友的生活的经验跟情感啊，来发掘一些温暖的故事。那这个的一个广播的节目，透过这样一个广播的节目来提升这个博物馆对于新住民观众扩大参与的一个效益哈。那接下来是有一些文化节庆活动，比如像文资局会办理跟印尼啊两国的无形文化资产的交流展览。那这个部分还有传统艺术中心办理亚太传统艺术节的部分，这个都是文化节庆的活动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年文化部办理的全国文化会议的分区论坛，我们特别针对新住民的主题，在
新住民特别多的桃园地区哈，办了一场。那这一场也邀请了新住民、新二代、学生还有社会大众进行对话跟讨论了。那结合多重的一个观点来进行，怎么样去培力新住民的文化参与？那以上是我们文化部对于推广多元文化的一些作为。那未来部里面还是会透过各项的政策跟活动来鼓励新住民参与文化事务。重点是在协助文化传承跟推广。然后引进新住民的母国文化，促进多元的文化交流。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谢谢。谢谢。那先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团体代表，我们中红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的会长钟景明钟理事长，欢迎您。那我们最后一位，我们行政部门的为社会及家庭署的。那个组长庄金珠，庄组长，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好。那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呢，主要是针对如何加强照顾这个新住民，提供关怀协助哈，做简要的报告。那有鉴于这个国籍、文化跟性别的差异哈，它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这个跨国婚姻家庭，每个家庭的角色跟功能，还有权力的运作。那所以呢，我们积极的是透过各方面的教育训练跟培力，提升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性别敏感度，还有多元文化的认知、多元文化的家庭动力的评估能力，那以力协助我们新住民得到所需的协助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要减少新住民因为语言隔阂导致资讯取得的障碍，那我们也随时会更新我们相关的社会福利的资讯，那随时也跟内政部是保持联系，提供他们可以上传到新住民培力发展的资讯网，那以利我们新住民及时掌握重要的一些讯息，然后来妥善运用。那另外呢，我们为了要促使整个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的普及率跟增进它服务的涵盖率哈，所以我们也透过补助的经费，协助地方政府结合民间单位来设置新住民社区服务的据点哈。那当然最后就是如果有部分的新住民他处于经济的弱势或是社会的弱势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也会结合相关部门的资源跟民间的资源哈，提供及时的协助关怀跟支持。好，那以上报告，谢谢。谢谢，谢谢组长。今天我们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行政部门，其实大家百忙当中，还有我们的媒体百忙当中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其实我们新住民基本法的公听会，立禅记得我草拟这个公听会也花了快两年的时间，跟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县市政府的社会处相关的就是一些专职在做新住民工作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再来，我们全省了办了很多场的座谈会，那针对团体的沟通，包括今天与会的有些团体也是我们受邀过的。那还有我们在很多场公听会也一直在谈这件事，那有很多团体也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的支持。那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论坛，其实我们的整个办公室还有整个团队是出去就是尽量宣传让大家知道。那第二个，我们整部公听会今天是针对我们的移民人口最多的婚姻移民为第一场的公听会，因为我们认为新住民在台湾不是只有婚姻移民，我们有商业移民、投资移民，然后呢来这边工作的移民，还有我们吸引的人才，其实都是在整部移民政策里面。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新住民基本法可以完善的，因为刚刚很多部会也做了很多的报告跟说明，我们也知道新住民相关的业务都散落在各部会，那有些是有主管的部会，有些是兼办的，有些是顺便办的。那行政院协调汇报其实只是一个半年开一次，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检讨。再来，立禅认为我们人口政策其实哪一个国家基本的政策，因为人口政策的人口的质疑量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不管是从教育、经济、商业，还是我们的环境、劳动、国防，都有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胜与弱、败与衰，都靠我们的整个人口。那我这部法提完一读之后，我看了很多，不管是任何的商业，还是我们的周刊，在近两期都去谈到我们人口的所谓的人口的断崖，而且我们提早负成长是提早两年来临。所以呢，他谈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提出一部完整的移民政策，那考量我们的人口政策。所以呢，立禅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协助我们的参与的，然后提出意见的专家学者给立禅很多。那很多委员问我说，你要不要直接排审？我还是喊说，我希望办了第一场婚姻移民的公听会，那我们下一场会针对商业移民、投资移民各个族群在台湾的。其实我们现在谈到的婚姻移民为什么是最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整个人口政策是从102年马政府研拟一个人口政策白皮书以来，其实对未来针对人口政策就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划。那近年来，其实我国面临的，刚刚有谈到，不管是人口负成长也好，那政府提的，我们谈移民法只针对限制管制什么人可以进来，就这样。那我们的人才法、人才揽才专法都是片段性的，没有做到后端的还是前端的。我必须要说，我们希望整个是可以去考量到的。那始终没有完整的人口政策。那观察我国对外的人口，其实是以非经济移民的，刚刚谈到的就是婚姻移民是最多的。到今年的106年七月为止，我们的婚姻移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2万人了。相对的，我们来看婚姻移民人数会这么多呢？我们白领的外劳，还是我们白领的那个工作者，其实比例是偏低的，包括投资移民，这凸显出来了。我们不管有揽才法，不管做了很多很多的人才的延揽，也凸显了我们整部人口政策还是移民政策是不足的，这样子的数量才会是凸显出来是很少的。再来，我们今天只针对我们就是陆外配在台湾的生活适应相关的，希望完整性的可以去做到一个照顾面，然后很完整的有专门的部会。因为不管是我们看到有原民会还是客委会，那未来我们的新住民其实也必须要，我记得在上一次的选举，不管是总统也承诺有新住民委员会，不管是很多委员在选举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都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法是除了照顾婚姻移民以外，也可以帮台湾去做整个部人口政策的一个规划，那也可以消除很多对于我们今天的就是很多婚姻移民的这种负面的，包括今天中午在审我们中那个我们的预算，也谈到我们澎湖的新住民姐妹被歧视的这件事。所以呢，唯一完整的一个移民及人口政策，才能让我们台湾吸引更多，不管是恋爱婚姻还是投资来到台湾的。那我觉得台湾是有非常多的优势，不管是言论自由也好，医疗也好，科技也好，还有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的人来到台湾。也希望今天很多专家学者跟我们的团体代表，就是可以多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立禅也收到有很多学者给我一些修正，我觉得很多里面很多条文，我们如果有很多专家学者的一个意见，我们都可以一并去做考量。也希望说多听大家的意见，谢谢。那我们请第一位，因为我们刚刚有先不以登记发言的就是签到为优先的，就是发言顺序。我们先请第一位，我们那个宋理事长，花木兰文化产业发展协会的宋理事长。
主席，各位我们新住民的伙伴们哈，还有各位与会的长官哈，大家午安。那么花木兰协会我们宋怡慧在这边发言哈，就关于这个新住民基本法这个部分哈，提出一些意见，还有一些说明。今天首先要感谢这个林立禅委员哈，还有各20，总共有20位提出了这个新住民基本法，我们相当肯定哈，就是委员对这方面的这个用心哈。那包括这些基本的权益的部分哈，我们都发现都已经列在这个里面了，包括新住民文化的发展、语言及文化交流、人才资料库的建立、关怀补助。然后媒体经营权、共同参与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其实规划的相当的周全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表示相当的感谢。那就这个部分哈，其实我想就是作为第一位发言者哈，其实他的优势就是可以讲我们的整个一个概论哈。那就是说今天这一个法，我其实就是刚才立场委员他已经说了，我们其实他的格局我们是要放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政策上去做考量。它是一个移民这个一个人口的一个政策，它不是一个补助的条例或者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要把它的格局拉高之后才有办法哈，各位这是与会的这些政府部会的人员哈，你们要把这样子的想法放进来，而不是只有看说我现在已经在做什么了，我现在在做什么了，或者我什么东西在演绎了。事实上它是有不够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已经是我们台湾的就是已经第五个族群有52万人口这样的新住民人口数的时候，设立这样子的法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而且这个法它本身有提到及其子女，加上了这个子女的数量之后，他的人数就是更多了哈。当然甚至他已经可以超过了原住民的这个人口数了哈。那所以说我觉得是把这个格局放开之后，把它这个目标放上去之后，我们来讨论这样子的这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可以哈排除掉那个族群对立，或者是我们新住民姐妹，或者是新住民的这个移入人口在争取福利这样子的想象，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就是往后的一些冲突。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我们对一个族群的发展，还有我们国家的发展为前提来去讨论这样子的法案哈。那就条文的部分我想比较细，那我有那个这个纸本的部分交给这个记录哈。那我有提出来的一些建议，既然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一个人口政策，虽然我们的婚姻移民占现在的52万的人口数里面有90%多它是婚姻移民，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要引进一些人才，那人才的建制的情形之下，如果我们的法令是不够完成的，他们纵使进来工作，他也未必见得希望取得你国家认同你的国家哈。所以虽然说我们的移民政策或者是我们相关的福利政策来说是亚洲地区相当前进的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有欧美国家的一些移民法规，我们其实是可以参考的。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法令里面，对投资、就业还有就学的部分也都已经提到了哈。那我补充其中不足或者是需要修正的部分哈，做一个检讨。就法条的第二条来说哈，它其实基本上它已经就是考虑到这各位手上应该有资料哈，就是就法条的第一条，它当然就是立法的目的，它立法的目的里面其中对这个部分哈，它提的这个法条来说，它是保障和辅助。当然，它其实在立的时候，它想象的是认为有90%多的呢是婚姻移民相对的弱势的情形之下，它认为要去做辅助和保障。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法条上去之后，我刚刚说它是一个移民法，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们也有这样子的很优渥的这个移民的条件，或者是吸引人才进来的时候，他
他未必见得觉得我需要辅助，但是有一些社会的保障的部分、福利的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为他考量哈。所以说，是不是要写成保障辅助这件事情哈？这个，我想我们在更多的公听会的时候，因为立产刚才也讲到了嘛，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商业等等的这个公听会的时候，我们在补充上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就第二条的部分呢，它其实特别沿用了入出国和移民法的第23条和25条的什么人适用这个条例哈。那这个部分的时候，除了一二条是我们的婚姻的移民的内容之外，其实就3、4、5、6，它其实讨论的适用的人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条，它其实考虑的是投资、就业和就学这些拿到居留权的人，他的适用性。所以这个既然就是也还好，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他刚才也有提到，他后面还要再做公听会，或者我对这一点就是会有比较多的意见，就是说这些人他要进入到这个条款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和想象，好，这样子。所以审慎的评估和讨论是有必要的哈。那么就我现在讲到的第三条保障的对象，那保障的对象就刚才的第二条里面的新住民的身份之外，它其实讲到的是子女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子女的这个部分，我想已经有在帮助这个我们新住民的一些就是事项，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团体们都发现，及其子女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复杂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先把我们的新住民这一块的及其子女先排除掉之后，我们先来看现在有在立法的，已经有立法成功的，就是原住民族这个基本法，它其实对身份这件事情。就身份这件事情啊，他们其实有另外有订定哈，另外订定的这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这个法条。那所以说，我们真正在这个考虑在辅助这个新住民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他是不是就是只要是民法的子女，我们都把他列入，或者是亲生子女，这个新住民的亲生子女，或者是他的配偶的子女，配偶的子女算吗？前段婚姻的子女，或者他现在已经取得了之后，有这个基本法他的福利条件出来之后发生的收养的子女，怎么样的条件可以符合及其子女这件事情，必须要更详细的考虑，或者是去界定哦。好，那么再过来就是第七条的部分哈，那是对于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这个设立新住民发展基金这件事情哈，对，那就是发展基金这个的设立的主管的部分哈，因为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说要由这个主管单位，就是新住民事务委员会直接去定这个法哈，那我个人觉得不太妥当哈。基本上我们已经觉得说，它是这个新住民事务委员会，如果之后哈，它会变成是一个主管机关，它不适合自己定一个管理办法，应该要另外定哈。所以这个条文应该改成哈，以新住民事务委员会为主管机关及其基金之运用。用办法另定之，好，另外再去订定。好，然后后面这个哈，是我觉得这个条例哈做得相当不错，他已经把这个传承的部分分区哈来做。那客家这块哈就已经做的是不错了，他把它分区，甚至他还出了一个什么台三县的一个专区。就只要是在台三线上的县市都符合这样的区哈，那我觉得就这样子来分北中南，因为其实它的新住民的人口配置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都不相同，所以这样分区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它在任用上面来说，我希望是以刚才我讲的他们其实配置不太相同，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比例呢是用新住民的各族的比例去做这个比例，然后不用用导览人员这件事，因为他是专区，他可能是专业人员，他不是只有导览，好，不是只有导览观光，那只是一个小的字面的调整。
第十三条的话，我希望在法令上面直接加注哈，我们的新住民姐妹的就业权益必须要获得公平的酬劳和升迁。好，这点我想说，这点是应该在法令上直接加入的，这是就业的工作权保障的部分哈。那至于这些就是有。已经就是公民营单位他呢去就是协助这些新住民哈去办理这些就业的业务啦，或者是去任用这些的，应该直接在法令上直接写说就其就是前项业务哈就是工作内容直接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样才能够吸引这些公民营团体哈愿意提供给我们新住民姐妹更多的这个就业的保障或者是就业的机会。以上是我的第一次发言，谢谢。谢谢宋理事长。那请我们第二位的是我们台湾新住民权益关怀协会的罗美玲理事长。大会主席、林立产委员，还有我们各部会与会的代表，还有我们各个单位的代表，大家午安哈。我是这个台湾新住民权益关怀协会的理事长罗美玲哈。在这里很感谢我们林立产委员在推出这个新住民的基本法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新住民，我来自于马来西亚。那林立产委员一直都是我们新住民的这个标杆哈，他是我们的偶像哈。那我今天呢也看了我们这个新住民的基本法，说实在的很感谢委员在各个面向都有照顾到，有顾及到哈。那因为自己本身是来自于东南亚，我来自于马来西亚，所以变成就是说有一个区块我是有特别留意到，在这里呢提供一个小小的一个意见哈。那像我们的新住民在还没有规划之前，我们都还是属于原属国家的这个公民嘛哈，所以我们台湾都是以这个国际公约作为移民在台湾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个依据哈。像在2009年我们有制定所谓的两公约哈，那还有在这个2011年呢我们有制定这个 CEDAW 的这个施行法，那2014年我们也制定这个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还有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其实都是跟我们在妇幼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尤其那两公约哈。那这个部分呢，我是在想说我们在制定这个新住民基本法之前呢是不是来对我们这些国际公约来做一个全盘的这个检视我们要来厘清一下新住民基本法跟我们刚才我上次所提到的这些国际公约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那除此之外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法令我们有没有抵触好，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也不希望以后真的是立法之后呢是挚爱难行，影响到这个执行面，因为我们发现说有很多这个立法之后呢说实在的就纯粹立法其实在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所以我希望说在这里提供一个小小的这个意见。那对于这个逐条方面我就不做解释了，因为我们宋理事长讲的非常的清楚，有些你讲的部分其实我有留意到你都有提出来了哈。那我是想说我就对这个国际法的方面还有国内相关法令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交叉的比对，有没有互相做到这个抵触好，在这里以上谢谢。谢谢我们罗理事长。那请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台中市亲子阅读协会的谢良谢理事长。主席各位长官还有各位新住民团体的理事长大家午安。那立场委员我认识很久了哈。那因为我在新住民这一块也有服务将近15年以上。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哈，我见着看着他这样子一直在推动我们新住民的一个各项福利跟权益的争取，我真的非常感动哈。那今天也因为他这样的召开一个公听会，所以特地来参加啊，所以我也有几项的一个建议了哈。那因为刚刚我们立场委员也有提到哈，就是第一点哈，就是新住民发展基金，其实他设立至今哈，也有很多的争议。它缺乏那个法源依据，仅由主管机关以行政规则来管理，数次遭到审计部决算评估报告点名，它不符合预算法的规定。
那么在马政府末期仓促成立的一个、那个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同样没有法源依据，那么导致该汇报的定位功能效力至今模糊不清。如果因为这个刚刚我们也跟、我们立场委员有讲到这一点，所以我是说是不是在这一点上也让他真的有它的功能跟效益存在哈，这个对我们的新住民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移民法入出国及移民法它的一个修正哈，其实应该快速的推动它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年年初我们有一位外配就是因为被先生莫名的离婚掉啊，也被先生检举他非法工作逾期拘留，所以就被遣送回去了，以至于他要回来探视他的孩子的时候竟然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入境里面哈，那他才知道说他被禁管。那这一点是不是就是说我也请我们的来做一个修正扩充他的一个移民法，急速的让他通过。因为像上个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林凤组长是说这是 OK 的，没有问题了。可是真正到基层那个地方的公务部门的时候，这些工作同仁说其实这个是应该是通案，所以可不可以就是说在这方面让他急速的来修改。以上，谢谢。谢谢我们谢良理事长。那我们请下一位，第四位。好，我们社团法人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的专员，我们的陈廷安陈专员。主席及各位长官，那各位代表，大家午安。我是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的廷安专员。那在此就是代表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针对本次的新住民基本法草案，就是发表一些浅见。那首先非常感谢，就是林立产委员，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奔走，那促成本次草案的订定。那作为长期服务跨国婚姻家庭的单位，那我们也非常乐见以这次就是这个新住民基本法的订定，那也期望就是说之后这个法案可以为我们新住民带来更多的更多的优势。是，那就是就直接就本草案的条文来讨论的话，那我们这边有下列几点意见表达。首先是就是对于本草案第四条，其中有提到说行政院应设置新住民事务委员会，那然而该委员会的组成分子并没有在草案中提到说该如何去规定，那这边建议是说是否要以条文的方式名列出来，那去规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分子，那这边也希望就是委员们可以就是参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来促成。第二点则是本草案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政府应设置北中南东新住民文化重点发展区，那此用意非常良好，但就我们认为分成四区似乎不太容易去掌握到就是新住民他们一些实际的生活的样貌以及他们的人数的精准的程度，那建议这边是否可以参考就是客家基本法第六条，那以新住民人口数到达一定比例之乡镇市区，那作为文化重点发展区域，或许会在就是实际法案的实行上会较为实际。第三点则是本草案第十三条工作权之保障，那建议是可以再参考原住民基本法第十七条之文字做一些修正。那最后一点则是因为近年来立法院它其实也在推动所谓的反歧视法，那或许我们这边建议说不知道是否有无必要就是将反歧视之文字之相关之条例就是列定到就是本次的基本法之中，或许是可以考虑的点之一。那以上报告，谢谢。谢谢。我们请下一位是我们台湾新移民发展交流协会的秘书长席宏清席秘书长。好，谢谢委员。那补充，那问候一下台上的长官以及我们
台下的很多协会的理事长哈，大家下午好。我是台湾新移民发展与交流协会的秘书长哈。那针对于新住民基本法，其实我刚刚听了大家很多的意见哈，啊还有那个内政部、卫福部、教育部跟劳动部的相关意见。好，那我就我个人或我们协会的立场，好，那发表一下简单的一个立场或者是意见的说明哈。第一个，当然这部基本法我们看起来是订立在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跟移民政策。那我个人从事新住民的研究也蛮多年的哈。那台湾的目前的人口政策确实已经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2030年或2050年，我想国发会不晓得没有来，可能没有来报告哈。就是说，里面的负成长大概已经蛮严重的。那移民政策又是人口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当然目前刚大家都有讨论过90%几，目前这二三十年来99%左右都是属于婚姻移民。那婚姻移民的样态当然现在可能是在变，那刚刚很多人也讲过，就是说那婚姻移民现在的人数是急速锐减。好，当然累积人数是上升的，但是动态五年变动的一个进来的人数是下降的。那这样子对我们人口的补充当然以后是没有帮助的了，它跟台湾人面临的目前的状况一样，包括新住民二代在国小端也都是急剧下降的。那这一部分就是考虑到我们为什么要订定这个法。那我们协会的意见是说，既然如果我们的位阶是放在人口政策，那人口政策我们台湾人生的又不足，那我们一定要仰赖外来的人口。那外来的人口是从刚委员或很多大家的意见提到，未来可能我们会召开所谓的商业移民、白领移民或者投资移民，那期待台湾的那个竞争力上面可以吸引这一块的人员进来，因为在目前台湾的经济现况下，除了婚姻移民之外，其他的移民政策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配套，尤其是昨天我为了这个公听会，我看了一份资料，就是台湾至少在移民政策上面应该是引领亚洲的，包括日本都还要来向我们学习，那我们可能跟新加坡一样是属于移民亚洲地区移民政策里面的所谓的先锋或典范。那这一点我想说，这部基本法我期待它可以带领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以人口培力的角度，或者是说人口补充的角度，去造就台湾另外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就细部的状况下，其实大家刚刚有一直提到说，新住民进来的时候，它相关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那刚刚那个政策也是一直提到说，少子化、高龄化，或者是说，刚刚各几个部分一报告的时候，我大概就把我昨天看过的资料再统整一下，就是新住民进来，他从移民署户政司开始的内政部，到卫福部的一个生小孩啦、打预防针啦，到教育部的新住民要读书啦，或者是说小孩子要读书，到劳动部的工作、求职、创业等等等，那这一部分确实以目前看起来是散落在各个部会。那既然散落在各个部会，刚刚很多专家也有提出意见，就既然散落在各个部会，那真的是需要一个统合的机关，对于我们未来人口的补充，或未来我们真的是白领人口，或者是甚至蓝领移民，都有机会成为我们人口的政策。那我知道现在劳动部好像在推所谓的技术移民，白领的技术移民揽才专法，那这一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在架构在揽才专法上面去架构一个比较前瞻的一个眼光？因为我真的很佩服立场委员他去做这个人家大家比较不愿意去看到的事情，因为这个部分有点深，有点远，但是它对国家未来是重要的。假设我们未来不想面对我们在2030或2050，我看到两个数据都是国发会的数据，大概就是我们人口会从现在降到1700万或1500万等等不同的数据预估。那如果我们没有不想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方向，那真的我很期待说这部法令，除了目前我们婚姻移民，现在婚姻移民就我个人的研究，它是属于
不对等的经济移民。那现在台湾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上面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包括中国大陆。那这种不对等的经济移民其实慢慢的已经都消失了。那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引领台湾或引领亚洲的移民政策？好，那所以这部分就是我目前看了这部法或听了那么多专家学者的报告之后，我总是觉得，那既然我们定调在人口政策的一环，那人口政策里面除了自己生之外，当然就是移民政策。那移民政策里面婚姻移民又只是小一部分，那过去的婚姻移民占 99.几%， 那未来呢？未来当然我们期待它可能是人数上升的，那这订立这部法才有它的意义跟目的，也是可以跳脱刚刚很多理事长讲的，就是说那它可能会变成是落入抢食资源的一个架构里面。那刚我看到几位有在提到里面跟那个所谓的客家基本法跟原住民基本法的部分，我个人比较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新住民基本法大概我个人的意见可能要跳脱原住民基本法跟客家基本法，因为我在很多场合都发言过，我都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原住民跟新住民到底有没有一样，我想这个能够答出来的可能不多了，我大概就直接说明，原住民跟客家人在台湾他绝对是有语言文化血缘保存的压力，但是新住民其实是没有的。那既然是没有的状况下，我期待他的方向是以培力跟我们国家要运用新住民能力的角度，或国家要用新住民的资源去发展经济发展国力的角度去看。好，那所以说如果跟所谓的客家的基本法跟原住民基本法不一样的状况下，那我们的格局跟方向是不是不一样了？因为不管是印尼的、越南的、柬埔寨的、泰国的，他新住民嫁过来台湾，我想他的血缘、语言、文化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新住民没有保留他而消失了。所以说既然我们不是用文化保存、血缘保存的角度去看，那我们是要运用人家的资源或培养国家未来的新住民二代，那这一部分可能要稍微跳脱一下，大概是不是 一定要比照原住民基本法或新住民基本法的样态我个人认为其实不见得一样，因为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必须要再强调，就是原住民客家族群它有血缘语言文化保存的压力，那新住民没有，那新住民没有，未来如果没有一个良善的法规的话，其实新住民以后也不会进来了。那更不用说我们可能下次我们委员又想要召开另外一个公听会，包括投资移民或商业移民或白领移民等等等。那在来之前我又去做了一个功课，就是有一个教授跟我讲，虽然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想。好，那他说，那现在全球都面临老龄化的社会的问题，那他大胆的提出一个创意，那这个创意可不可行？我乍听之下可行，但是可不可行当然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分享。他说现在全球都是老龄化，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上流老人的策略去吸引一些退休的欧美日本的先进国家的老人来到台湾？他可能55岁到65岁到70岁前，他的以前在他本国的经济条件跟学经历背景都不错，那台湾的医疗水准又很高，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的专长吸引来他们来这边养老？那我们是不是要另外吸引他们进来，而不见得一定要跟人家抢年轻人？那我讲得很好啊，我说那这个可不可以定义说我们要抢上流老人？因为台湾某些时候的关键技术如果可以引用日本的技师制度、德国的技师制度或者是美国的制度，那等等等，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是个创新学院的院长。那他说这个也很好啊，因为我要做这个法之前我去跟他稍微谈论一下。他说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上流老人招进来？我说什么叫上流老人？我说好像还不错哈。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于我国家未来的发想上面讲一个上流老人，大家听起来也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未来的医院，我们的医疗素质可能是全世界或成亚洲的典范，那真的可以招一些所谓的比较好的优质人力进来。那我也期待说这部法以后可以再加上所谓的移工转移民，就是蓝领移民。那蓝领移民目前政府好像也没有去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那包括
目前我们招了很多的东南亚学生，哦，不管你的新南向政策怎么样，这些东南亚学生不管是具不具备华籍啊，哦，那有些可能不是华籍的，东南亚学生来到这边读书，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他留下来，是不是可以考虑架构在法条里面？因为如果没有，那我们还是落入于帮东南亚训练人才。因为我事实上碰到很多白领的学生，不要讲学生，可能暂时我们不分他是白领跟蓝领，很喜欢留下来台湾，但是目前也没有管道让他们留下来台湾。好，那企业界来讲，好，当然有部分，哦，我自己碰到的啦，哦，如果以白领端或者是说比较高端的移民里面，大概我自己碰到了很多外师，哦，来这边教语言的外师，欧洲的、美国的，他们留在这边的机会是有的，哦，不管他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补充人力，至少他这边有机会结婚生子，因为他们可能不见得是会拿台湾的身份证， 但是他们至少会进入到永居这个阶段，都对台湾来讲还是有贡献度的。那还有就是我还个人碰到一个欧洲的留学生跟台湾的留学生谈恋爱，从国外来到这边当一个音乐家，当一个音乐老师等等等，这个是比较少数的例子，是以后我们想要去拓展去发展的，而不见得要聚焦在目前我们所认定的东南亚移民。因为一个既然是要把位阶拉高到所谓的人口政策跟移民政策，那我们以后的人口补充里面高端移民要占多少，那投资移民要占多少，婚姻移民要占多少，我想说，我期待今天可以看到国发会的一些相关数据资料，我可以比较中肯的、比较有数据的去对罪部法条提供更多的意见，因为我想说行政部门多提供一些具体的数据，例如说以前到现在我们的移民数据、人口数据是什么，那未来的移民数据预估是什么？那这样子对于我们架构这一部新住民基本法，好，要有别于我们的那个客家基本法以保存，哦，以保留的压力，或者是原住民基本法，哦，他的身份认定，因为他有太多的福利措施，那所以等等等，这些是我个人的意见，哦，那我也很认同刚刚几位大家讲的，就是说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公听会需要再召开，我想说我真的很希望说这部基本法能够完成，那它完成的过程中也可以引领台湾走出未来失落的二十年。至于法条细部的部分，我想说尊重大家个别的讨论，好，那我只是就我这段时间刚好赶快去收集一下资料，既然有幸被邀请来这边，那就尽量的提供我个人的看法，或我们协会的看法，或者我在民间那么多年对新住民政策的一个看法。好，谢谢大家，谢谢。谢，我们请下一位是我们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刘倩刘先。你有换，好，那我们先请我们南洋姐妹会的谢氏。好，我们的主任没开始，突然调换。不好意思哦，主席、各位在场长官，然后各位在场先进，大家好，我是南洋姐妹会的世轩。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立场委员跟我们几位委员提出这个新住民基本法的这个一个想法。那其实长期以来，台湾的新住民还有我们的这些移民移工，他们面临了很多的法令，很多的那个法源，它来源是不一样的。好，那各部会有各部会的一些做法，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无所适从，然后我们不知道像要去适用什么样一个法条。那今天在立这个新住民基本法这个草案在推出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这个法案它的重点是在于促进国家发展，还是保障大家的基本人权？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观点牵涉到说我们怎么样去立这个法。那这个原则我觉得确立之后，我们再来进一步来看这个法条，我们这样的检视才会大家站在同样的基调上去发展，而不是大家各怀着对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的想象不同，然后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个草案的一个想法。好，那大致上南洋姐妹会一直以来是我们最着重的就是在于一个基本人权能够做到维护，所以在某些程度之上，社会发展、国家发展这些东西，如果在一个伤害人权的前提下推动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认同这样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立场。那这边也提供给各位来参考。所以说，在第二条的部分，这边界定了说这个法案这个法条他们会适用的对象，一样，它一样在重复了我们在移民法里面就业服务法所排除的这些蓝领、移工，或者说
这些移工在台湾的身份他们是移工，可是他们在国外，他们在其他国家，他有可能会成为移民。这就是因为国家的一些移民政策的差异，所以这个新住民基本法，我们有没有考虑纳入蓝领移工呢？我们如果纳入了白领移工，白领的移民，好，我们这样讲，他叫白领，他来台湾工作，这叫白领的移工。我们如果纳入他们，我们纳入了投资移民，可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蓝领移民，我们的新住民基本法再一次的又进行了一次的阶级歧视。好，这个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说，那个保障对象，现在的那个第三条在谈保障对象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保障对象是新住民身份及其子女。那我觉得这样一个考虑非常周延，可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再扩大，变成新住民的家庭？因为有很多的相关政策，它的推动方式很难是针对个人，它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一个政策方式，所以是不是考虑可以进一步扩大那个适用的对象？那接下来的话，那个我可能就没有逐条来做我们的回应。那只有一个简单的建议是说，如果我们把新住民基本法这个草案作为一个母法法源的话，有很多的条文或是施行的办法，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例如说，在那个第八条，我们要设北中南东新住民文化重点发展区域，那这个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对于新住民文化推动当中的一个后续的施行办法，它可能没有必要放在这个母法这个法源当中，它有点层级可能不用那么高。然后再来，刚刚有包括宋理事长，然后几位老师先进都有提到关于这个新住民发展基金。那我们既然未来如果已经设了一个新住民基本法，有了一个常设的一个部会在的时候，新住民发展基金是不是要考虑要退场，或是转成另外一种形式来做运用？好，因为我们一直对新住民发展基金有很多的讲质疑啊，或者有一些建议。好，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改善。再来是刚刚那个徐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新住民跟原住民的差异在哪里？其实很简单，有一个我个人的心得是，原住民的人数或是我们客家族群的人数，它是固定的，就是在这个族群的一个发展，它是在台湾内部的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可是新住民的这个法案，它订立之后，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友善新移民、友善外来人口的一个政策的时候，它自然就能够吸纳到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才。因为对于移民者，你要移出那个你的母国那些人，他们去评估他移到哪个国家的时候，他必然考虑就是当地的移民政策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这样一个友善新住民的法案，它能够建立的越完备，然后对这些新移民朋友越友善，其实我们不仅只保障到我们原先所设定的这个弱势移民的部分，我们同样提供了外来移民他一个更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去做各种事情的一个比较，我们都会选择对于理性判断之下比较好的选择。所以这个新住民基本法可能不光从保障本土的这样一个现有的这些弱势移民而言，我们可能也可以把眼光再放更大一点。然后再来是下面有几个条文，我觉得是也可以考虑在一个大原则 的考量下做一个整并。例如说在语言的部分，语言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边有语言，它有牵涉到教育的相关业务，它有牵涉到所谓无障碍环境，然后沟通，然后这个资讯能够自由平等的对交流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通译，我们长期在做司法程序的各项的通译的部分，台湾现在这样一个相关资源非常的缺乏。然后呢，即便有，那各地的这个通译的品质水准也都非常不一。那再来是也没有一个专业一个认证制度。那因为这样一个司法程序当中的通译，它牵涉到是基本人权的维护，它牵涉到是一个正当法律原则，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应该在我们的新住民基本法当中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建立足够的制度跟资源，然后建立一个合理然后有效的一个所谓专业评核制度。然后接下来在那个后面那边那个工作权的保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在工作权的保障，我们看这个基本法草案里面的这些想法，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相关部会都已经有在执行了。执行的方式就像刚刚报告那个样子，我觉得基本上就只是换在另外一个法源来执行这件事情。那相较来看，我觉得我们新住民朋友他们在台湾所面临到在工作在劳动环境上的问题，应该不会是所谓鼓励大家新公民机构来办理就业服务啊，就业咨询，绝对不是这个。
大家都很清楚，新住民朋友他们在就业上碰到的问题不是这个，不是找不到工作，有，他们有工作，但是那些工作是什么类型，就是后面所提到这些同工不同酬，有升迁的天花板，薪资天花板，就业选择少，然后他们的过去的专业技术，他们的专业能力不被认证，这些相关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其实它跟台湾现在其他阶层其他族群所碰到的劳动问题非常相似，所以这个我也不会苛责这个新住民基本法没有办法处理好，因为这是好吧，大家的共业。然后最后在那个讲助媒体禁用权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在实施上，这个是一个良善的美意啊，但是我觉得在实施上有一个我自己现在想不通它要怎么去执行，因为我们原住民他们现在有16个族，所以我们可能在原民台我们可以设置16语节目，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新住民我们是针对全世界开放的，所以未来我们在提供我们的新住民的这个所谓媒体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依那个新住民的人口比例来开设这个节目呢？那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这个频道提供的这个的情况当中，我觉得这个媒体经营是非常困难的，张正大哥一定非常了解，所以我是比较好奇他这边这个立法的美意我们都完全认同，那只是说在执行上是怎么样去兼顾这样各个族群的需求。那以上就是南洋姐妹会的报告，谢谢。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我们的社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新住民家庭成长中心的组长朱雅平。主席，然后立场委员，还有各部会出席的代表跟现场的专家学者，大家午安。那我是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新民家庭成长中心的组长，我姓朱，叫雅平。对，那其实刚刚听了很多前辈们的分享，在政策面我真的很认同，因为这其实是一部很大的一个人口政策的一个移民的一个制定的部分。那因为我们中心其实在做实务面，所以那我就可能就实务面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提供一些意见这样。不好意思，因为过敏所以要戴一下口罩。那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提里面像我们的法条第二条一个名词的定义，我们其实里面有已经规划成为本国国民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行的像我们在一些社会福利的补助上面，在新住民在还没有未取得身份证的新住民跟取得身份证之后的新住民，他们在福利上面其实受到的差别大概是很大的。光从社会救助法来看好了，社会救助法其实它是一个绑户籍的一个法规的部分，所以很多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新移民单亲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针对那些还没有拿到身份证的新移民单亲，他们要独自带着孩子在台湾这样过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那他们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其实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们大部分从事一些劳动性大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是低薪或者是工时长的工作，这是很多新移民姐妹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在社会补助上面，其实对这样的新移民家庭他们提供的一些社会福利其实不是那么的好的。那另外的话，像我们最近有常遇到一些高龄的新移民的姐妹们，那大家知道最近长照2.0的部分嘛？对，其实这些高龄然后未有国籍的，然后他们有合法居留权的姐妹，他们其实是没有在长照的保护下面的，所以在我们实务上面，我们这些姐妹他们要使用这些所谓的社会福利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很大的难题的。那我们也请各个与会的应该不是说与会，就是各个相关的单位去协助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说现在的法规不允许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使用，所以变成是这些姐妹他们在现实生活上面的确是过得非常的辛苦的。那我不晓得在其实在这一部法里面的第十四条这边有提到说，政府应提供新住民关怀协助，并对弱势的新住民给予扶助，然后对于新住民提供参加社会保险或使用医疗资源的一些无力承担者要给予补助。那因为其实牵扯到其他像卫福部相关的法令的部分，其实都要一并做考量的，尤其是针对那些有户籍限定的，或者是我未纳入我们现在目前在使用的一些法条的部分。那像所谓的社会保险这一块，
针对这些没有国籍的就还没有台湾身份证的新住民，他们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就业保险跟所谓的国保这一个，如果他们没有工作的话，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保险的部分。对，那其实我们有姐妹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可能工作到一半时间他不能再继续工作，那他们可能那个就业的部分就会中断了，他们所谓的相关保险就没了。虽然说之后可以累积啊，可是他们不确定怎么去做累积的部分。对，那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涉及的医院降低嘛。对，那很多姐妹都说其实台湾对他们的环境算是友善的，但是在一些他们需要使用的福利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他们其实在涉及的医院上面的确是会偏低，这个也是我们在实务上面看到的一些现况的部分。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技能培力这一块啊，其实很多姐妹她们都很愿意去做技术的一些培养的部分，可是她们往往就会提到说她们后续她们在企业的任用上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企业在对于新住民的使用上面还不是那么的友善。然后我觉得光做到培力这一个部分，那后续怎么让姐妹她们就是新住民姐妹可以发挥她们在培力或者她们本身的一些专业能力，可以持续的运用在我们目前台湾社会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要再去做一个思考的部分。那以上就是我一些简单的发言，谢谢。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第八位吗？我们请我们的灿烂时光东南亚主席书店的负责人张正。苏斯雷，谢谢苏斯雷。好，大家好，我就不要感谢立禅了，他应该已经耳朵长茧了，每个人都感谢他。那不过立禅的确是国民党在上一次立法委员选举里面的这个唯一的胜利嘛，最大的胜利，就朱立伦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今天会提出五个不，五个不一个坚持，就针对这个法案，还有一些各部会目前做的一些事情。五个不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可能要回应次长的，第一个不是我们不要老是想要他们融入我们，而是我们该去学习向他们学习。好，第二个不呢是我们不要老是只看血缘。我们应该要看看他们的兴趣能力，这个是针对现在通气新二代的这个状况。好，我们的全台湾的新二代现在被一直被通气，那我们这边有点被当中介一样，现在有人找我们要新二代，所以不要只看血缘。第三个不呢，不要老是只想赚钱。好，然后不要老是说人家不认识我们，其实我们也不认识他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要认识东南亚，再去想赚钱，或者认识清楚之后，钱就自然来了。第四个步是不要排除移工，刚才被那个世轩讲掉，被姐妹会讲掉，不过意思一样，我待会再解释一下。不要排除67万的移工，好，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如果要定基本法的高度的问题。第五个步是我们不要哩哩啦啦的，不要零零落落。其实这些年来，我其实很谢谢那个不管蓝绿执政时的政府部门，其实做了很多跟新移民相关的事情。不过就是有一点，就你做一点我做一点，可能有一些缺乏协调，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努力的。那所谓一个坚持是，我觉得我们要坚持台湾是要成为一个更宽容、更多元、更公平的社会，而且也要坚持我们是有自信的，我们不要看到新移民就像看到觉得每个都是要来偷来抢等等。好，我回头讲一下哈，第一个不要。老是想让他们融入我们，而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借重他们的能力。好，这些人不管是蓝领的、白领的，即使是白领的，刚才有提到我们可能要找白领的来，蓝领的就不太算。可是我说即使是蓝领的，即使是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这些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来的。他都是20岁到40岁青壮人力，而且是要有这个勇气到一个有一点歧视他们的地方来工作的。这些人的勇气，我觉得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珍惜的。如果我们真的缺人的话，这些人是很好变成我们的人，不管他是婚姻移民还是工作移民。好，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跟韩国学习一下，就是什么都是我们的，这样才好，这样我们才会变大嘛。
我们老是把它排除排除排除，我们就越来越小，我们土地又不能变大，我们又不生小孩，那我们要就是要慢慢变小嘛。我们想变大，可是不要跟大陆比土地大，不要跟大陆比钱多，好，那我们可能可以跟韩国学习这一块，多吸收一些文化进来，跟他们学习，借重他们的能力。第二个步说，我说不要只看血缘，要看兴趣和能力，这个真的是回应我们现在各部会很努力在做的一些案子，比如教育部有提到补助新住民国际职场体验等等等等。我前一阵子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新二代和土二代，就我文章名字叫做通气新二代，那谈的东西是新二代和土二代。什么是土二代？那我就是土二代，我是台湾土生土长，我是土二代。现在大家一直在为了新住民好，为了新二代好，我觉得利益良善，但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已经出来了。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新住民子女职场国际职场体验，它针对的就是新住民子女。可是其实有一些土二代也很想去体验，我们为什么要排除他？我觉得他妈妈是越南人，可是我们也不要强迫他一定要喜欢越南，他可能可以喜欢泰国。我爸妈都是台湾人，我为什么一定不能喜欢越南？就如果我们公部门要推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会建议把血缘这个东西拿掉，而是看兴趣和能力。就是你这些年轻人，你想要去东南亚发展，我们就推你一把，我们就 给你一点助力。好，那个外交部也有什么外交力学方案，也是针对新二代。我觉得不要，就是土二代也有，我们让土二代有这个机会，这个才是让土二代和新二代之间不要有隔阂。好，第三点就是不要老是想赚钱，就是赚钱这个能力其实不是说我们喊着要赚钱就会赚钱了。新南向也不是蔡英文才喊的，李登辉那时候就喊了。好，那能不能赚到钱，其实看运气吧，看天命。可是有一些是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掌握的，我们要不要先了解他们？先了解之后，就算没赚钱，我们也赚到知识嘛，赚到视野，那个才是对台湾就是稳赢稳赚不赔的事情。好，那要先谈人权，先了解他们，先包括先了解在台湾的六十几万的外籍劳工，然后刚说五十几万的婚姻移民，怎么样让他们这边过得好？我刚看了一下交通部的朋友没有在这边，我觉得交通部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这些人要在台湾移动，要去玩。前阵子说陆客不来，没有人来观光。其实六十几万、七十万的外籍劳工，他就在台湾了，让他们去观光嘛。可是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们的路标指示就是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好，那好像看起来，穆斯林、印尼人他们不会去观光，他们也很想玩，包着头巾他也是想玩。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一些费用投资在这边，让这一些已经在台湾的移民移工可以更便利的移动？他们就帮忙先，他们等于踩线了。这些可能收入不是那么高的移民移工，在这边先踩完线之后，印尼的大户大款、越南的大户大款来起来更方便，那钱就自然来了。好，可是前面那一端让已经在台湾生活的人可以过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也想提醒教育部，就是教育部不要抢了那个经济部的功能，教育部的那些推广文化班那些班级啊，不要一直在想那个经贸班等等等等，就是教育部就先谈教育文化社会历史等等。好，那其他的要赚钱的留给经济部去伤脑筋。那是第三个部，第四个部是不要排除六十七万的移工外籍移工，而是争取他们留下来。我前面刚刚讲过，这些人是勇敢的人，而且是四肢健全的人，他比我们都健康，因为他们一天到晚要被要求去健康检查。我们像我从来不健康检查，我可能很不健康，各位我不知道。可是外籍移工是规定他们要去健康检查，他们超健康的，体力又好，年轻力壮，吃苦耐劳，敢出国打拼，我们要争取他们留下来。所以这个法里面提到那个身份的部分，第二条，不管你前面他们留很多，哈哈。那第二条说，依据出入国移民法第23条，
取得外籍居留证，外侨居留证，这个怎么取得呢？又依据就业服务法第四十六条，其实就是刚刚南洋姐妹会讲的就业服务法第四十六条的第一项一到七和第十一款，这些人有可以取得外侨居留证。换句话说，这八到十款的不能，八到十款就是外籍劳工、蓝领外劳。我觉得如果这个基本法有机会通过的话，我们一定要彻底处理这个摆明着的歧视，这个是丢我们台湾人的脸。好，那如果这个法依据这个法，这基本法又依据移民法，移民法又依据就业服务法，就是一路让他证明了他就是歧视到底，我们就摆明歧视，我们只要白领的上流的人来，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台湾。第五个部，我觉得大家也知道，就是各部会很辛苦都在推，可是可能缺一个统整的单位。我未必支持一定要成立一个什么移民署新住民委员会，那就算汇报也可以，只要这个单位可以真的统整。好，那是要部会还是要委员会，或者是一定规定要有一个立法委员是新住民代表之类的，就是用任何方式让大家努力了十几年的东西可以稳定的有一个方向性的往前走。最后我们就是坚持希望台湾更多元、更宽容、更公平，那我们对我们的制度要有信心，我们让这些移民来我们这里喜欢我们这边。好，怎么样他会喜欢你？你一天到晚想他的钱，他不会喜欢你。我们要让我们的制度更好，我们可以赢中国的是我们的制度，是我们的自信。好，谢谢大家。谢谢，因为 我觉得公听会就是多听大家的意见，那也多收纳意见。那因为我刚有问我们主秘就不回应，因为其实有很多想讲的，可是我觉得就不回应。只是待会如果有还没讲到的，还是坐着突然又别人讲了什么没有讲到的，可以在第二轮发言。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开公听会，就希望大家把意见都可以多提供。那我们请下一位是我们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的助理教授王志胜。王教授，王志胜。主席，在座的各位行政部会的官员，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我是中央警察大学王志胜。那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那前面听了很多学者先进还有很多实务的专家的意见我想表达几个看法。第一个新住民基本法这样子的一个利益当然是非常的完善那特别是我觉得大家主要看到了保障台湾整体发展过程当中婚姻移民的一些弱势的族群的平等权益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法制的推动的过程跟精神其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齁。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确面临到整体移民制度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需要。确实是有思考整个移民政策的一个急迫性。不过有几个看法可能跟前面的学生家可能会不太一样。第一个如果是一个基本法这样基本性的法律，那其实刚刚在行政部门的一系列的报告当中，我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到底根本的问题的症结是各部会现行的法律不足，而需要一个更上位的基本法做一个指导纲领，来做一个总则性的法令来统整各部会现在不足的法令，还是各部会现在的法令当中它是有缺陷，但是它的规范其实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新住民基本法看起来它是一个统整性纲领性的一个法令，但是面对现在整体的移民法制的一个状况，它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强，这是第一个。特别是其实我在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第一个直觉跟很多学者一样，我们先去比对了跟原住民基本法跟客家基本法同样都涉及到族群的一个权益保障的一个相关的基本法律后。那其实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客家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它涉及到族群的单一性它相对而言没有歧义。那新住民我们都知道组成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怎么样在一体包裹以一个基本法来适用？我个人在这边还是比较存在疑问，可能还要更多的思考的哦。第二个，那讲到对象，就会提到说组成多元的问题哦。在基本法当中，刚刚提很多先进都提到，其实新住民，我个人判断了哈，但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是用婚姻移民的概念来做界定的。那事实上，从时间轴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内容第二条里面包括了移民法的居留，从居留到长期居留、永久居留，到国际法的规划，到两岸条例的定居、港澳条例的定居等等。可是很好玩的是，在讲到陆配跟港澳居民的时候，又发现他在又没有拿到他的这个居留跟长期居留的部分。也就是说，事实上你会发现他对外籍的婚姻移民跟对港澳跟大陆婚姻移民在至少在那个法条上面是没有呈现相对应的东西的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单纯用时间轴去定义谁是新住民，会有问题的。那个问题其实更进一步去思考，就是它其实包含两块，一个就是没有取得身份或者是国籍，还有一块是取得身份跟国籍的这两种不同阶段的婚姻移民。哦，那刚也有我们那时有提到，就是说在没有定居或规划之前的这种婚姻移民，目前是其实是依照国际公约跟的这个内国法化来处理。哦，那或许做得不够好，哦，但是这样的处理，目前这样以国际公约内国法化处理的方式，和我们设立一个基本法全部一体适用包裹的方式，哦，把刚刚我所提到的陆配这个大陆应该讲就外来人口了，大陆地区人民、港澳居民、无国籍人、外国人，甚至我还在这边还提到说，那无户籍国民你要不要算？哦，虽然他可能只是极少的弱势，可是你要不要算无户籍国民？譬如说泰缅，哦，这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些都必须整体的去考虑，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好？好，哦，这第二个。那如果不用时间轴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更整体的来看，这其实就是刚刚林立场委员提到的，我可能要用整个移民的类别或事由来看，那就可能是包括了婚姻、专技、投资等等不同类型的移民。那这个身份别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同时被纳入所谓的新住民的基本法？因为如果做最广的定义，它其实都是新住民或新移民的一个概念哦。那这些不同的移民的需求，是不是可以同样站在这个法律去一体的适用？我觉得这都真的，这都还要更多的考量哈。而且这些法，这个基本法跟其他法律如果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竞合？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提到说是就国家考试的权利。那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大陆配偶他在这个考试权的部分，目前的年限是10年。那如果和这个地方产生竞合上的冲突的时候，怎么去同时的竞合跟适用？这我要谈的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地方一个一体适用的包裹法律，到底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对新移民保障权益的一个需求？哦，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思考的。那当然也包括刚刚很多人提到的新住民的远生性人口的问题。哦，在这个里面的规范范围其实是没有规范到的。如果我们要一体适用，其实包括它的衍生性人口，哦，可能也要去把它纳入范围。那第三个是有关于组织跟内容的问题。哦，那刚刚也很多先进提到新住民委员会的一个成立的部分。那我比较好奇或比较会去担心跟思考的就是说，它和现行各部会刚刚这么多部会在报告的过程当中的整合，会不会有叠床架屋的一个问题？哦，最直接冲击的可能是移民署，哦，跟移民法之间的竞合问题。那我比较直接的去问，就是说多一个基本法这样子的总体性纲领，是不是能够更有效的去推动我们所期待的保障移民新移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或者是权益的事务？还是说其实这些刚刚我又回来了，就是说在这个现行的法规其实都有，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需要的到底是没有法规的问题，还是法规不足不完善的问题，还是组织面没办法整合而导致这个执行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个根本的层次如果厘清清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来更清楚的思考刚刚提到的是一个基本法，或者是在现行的不同散落的部会的法制上面来思考，可能这个部分可能会去一个去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对于基本法的部分的一个看法。那这是在讨论提纲当中，除了这个新住民基本法之外，其实第二部分我觉得
包括林立产委员，包括整个立法部门都很慎重的在思考未来整个台湾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的走向。我觉得这个是更大而且更需要被急迫去处理的上位的问题。新住民现在基本法去处理的有关于辅导啦、权益保障啦、多元族群的融合等等相关法制，我觉得目前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法制是有，但是必须也应该要更快做得更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去检视前面的移民政策的时候，我赞成第一个，我觉得应该的确有一个高阶的移民的整合机构，这个或许是真的是新住民委员会，但是需要一个跨部会的有能力的整合机构去处理从婚姻、专技、投资到移工，刚刚有提到移工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全面性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当务之急三个东西可以去回答我们第二个提纲的问题。第一个，其实应该要重新启动这个移民政策白皮书的检讨。事实上移民政策白皮书102年，但是它从讨论到最后定稿出来，我记得是99到102，现在是现在严格讲106已经快结束了。那个结构已经不一样，虽然谈少子化，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更惨的、更严重的是人才外流的问题，是移工这个缺口跟移工未来怎么样在台湾更获得保障跟留下来成为我们的社会的一环的一个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移民人口这个人口政策白皮书可能要去重新去检视，正视一个移入人口。那从这个部分我们才会去赶快去重新去检视在移民法当中对于移民辅导跟歧视政策的一个调整。我们的入住国籍移民法，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提到，我们很大一块是管制性法律是去思考这些人我要管他要不要进来，而不是去思考这些人进来之后我们怎么样照顾他。如果是这样的管制性法律，其实一直没办法去正视所谓移入人口进入台湾社会之后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移民权益的保障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我会认为说，在这部分如果能够做更快速的调整跟修正，那让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也能够更理解未来的一个方向，这个才有可能真正从心态上面去改变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最后一个我觉得长期性的还是一样，就是还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机构才有办法去落实真正包括新住民或新移民或者是未来整个台湾整体移民政策更完整的一个发展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跟看法，也就交给各位，谢谢。谢谢。那因为刘倩理事长他刚刚更谢好，因为他好像不在现场，那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先请我们的真理大学的蔡教授？好，主席，各位委员以及行政院的代表，那有关这个新住民的这个基本法草案呢，我们如果看这个条文呢，它一共有17个条文它在条文的设计上面呢，也都是属于福利行政的措施那跟这个题目所谓这个新住民的基本法的这个好像比较不类似，这类似等于是一个移民辅导的一个措施那因为这个法案呢，在第二条名词的定义呢，如果把它看一下呢，它确实23条，它是入住国移民法23条是，把这个蓝领的这个把它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从第6条第1款到第6款，那这个是属于白领阶级，以及第11款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就业服务法的这个规定呢，是属于这个白领的阶级，但是没有把蓝领包括进来那第3款呢，这个入出国移民法25条，这个是永久居留政策，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住民的基本法呢，它主要的是这个大概是想把
这个如果从这个他所第二条所规范的呢，它是包括入出国移民署的移民辅导，还有这个劳动部的就业服务法里面的一些就业服务的辅导措施，哦，那以及经济部的这个相关法规，把它综合在一起，在第二条的这个规范里面。那第二条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也是今天讨论蛮久的这个焦点，也就是说呢，你要如何对新住民加以定义？那这个条文里面呢，只有列出法条，没有加以定义。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法条当中呢，就已经包括这个经济部，包括这个劳动部、移民署以及卫福部这个相关的规定在里面。那你要把它浓缩的话，最起码在第二条的规范上面要定义什么叫做新住民，不是用法条来解释定义，哦，这个在立法精神是不是这样子的，哦，那我们到底是从人口政策去考量，还是我们要普及这个福利措施，哦，这个来思考。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新住民呢，是要把就业服务法有关移工的辅导也纳入新住民里面，那这个就不符合规定。但是移工的辅导它本来是劳动部的，是有必要再成立一个部会来辅导这些移工嘛？这个如果从这个人权的角度是好的，但是从我们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有包括移工也必须要纳入这个新住民的考量？这个可能这个林立常这个委员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哦，这样子限制如果劳工也进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就变成跨部会的整合？我想这个新住民的成立呢，主要是从这个移民署的工作、移民辅导的工作来做加强，哦，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有涉及到，因为目前没有设一个统一的机构呢，所以在这个法条所订定的第七条里面呢，就会出现，哎，每个单位都有新住民的辅导基金，哦，包括卫福部，哦，这个劳动部，还有移民署，他们都有各个基金，然后各县市政府也有各个基金，所以这个目前的分散情况确实有必要，因为我们国家也是重视新住民这一块，但是这个单位太多，所以等于是分散出来。所以第七条是不是未来如果要设一个基金的话，应该来定定是基金的统合应用，哦，就是把原来已经存在的这些基金呢，把它像卫福部的或者是劳动部的以及移民署的这一些基金呢统合弄在里面呢，那是不是由这个委员会来做呢？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条文呢，就是新住民委员会的这个基本法这个条文嘛，我们必须要从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去看你这个新住民委员会你主要的立法目的是要怎么样。所以刚刚也有委员提到，是要保障扶助还是这个保障他们的权利呢？因为有一些我们如果新住民把它区分的话呢，有一些是婚姻移民，有一些是这个投资移民，有一些是这个科技的移民，所以这种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有不同的目的，那是不是可以统合在立法目的里面做？哦，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哦，所以我的建议呢，第二条里面呢，要对一个新住民做一个定义，像入出口移民法，它会规定什么是无国籍的人，哦，什么是有户籍的人，国民，这个整个都个定义，哦，这个才会减少争议。那我个人的想法呢，
我们这个新住民委员会要成立呢，这个是不是要包括蓝领阶级呢？可以做个思考，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人口政策有影响，还有对我们的这个未来这个人口的这个数值的改良，所以这个可以思考的。那第四条呢，这个第四条有关新住民委员会的一个设置，在目前的这个立法政策上面呢，如果要设置一个委员会的话呢，必须要包含该这个就是新住民的这个各方的代表，所以你这里可能会产生这个入出口移民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香港澳门条例的这个相关规定，以及如果要包括蓝领阶级，就包括了这个就业服务法的相关规定里面呢，就这个组成的分子呢来做一个比例的分配，这个是在立法技术上也必须要克服这方面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有关跨部会的以及那个基金的设置呢，这个在目前的立法技术上面呢，都用这个法规命令的方式来制定，授权这个主管机关，如果是新住民委员会成立的话，新住民委员会就是要订一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个是提到的一个部分。那新住民的这个基本法呢，除了给予这些福利措施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新住民的工作权，以及呢新住民的这个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只有出现在条文的第十三条的这个规定，这样一个规定只是一种叙述性的规定，它没有充分的保障，那这个部分呢，有关工作权的保障呢，其实可以去参考就业服务法第五条，以及呢这个有关性别工作平等法等整个那个工作权的保障了。第二点呢，在这个新住民的这个身份呢，除了这个目前在社会上有可能像新住民的身份呢会受到歧视，所以歧视的条款应该出现在这个法条当中。那这个歧视的条款呢，其实我刚刚有提到的，除了就业服务法呢，两性工作平等法以及性骚扰防治条例里面呢，都可以作为立法的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呢，新住民的基本权呢，应该有包括他哪一些基本权利会受到这个台湾社会的不尊重呢，那必须要纳入法条的规范里面，这个是以上我的建议，那很重要的对新住民的定义，可能要用文字叙述，不是用法条的方式，那未来我们再来讨论看看是不是也要包括蓝领阶级，这个可能这个要跟这个劳动部就业服务法那边的相关规定要做个契合。以上报告，谢谢。谢谢教授。我们请下一位是我们的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的刘理事长。主席好，各位委员好，在座的各位同仁先进大家下午好。我是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其实前面的各位理事长都说得非常详细了哈，都说出我自己心里想要知你的那个东西。那我在这里就补充两点。我这边代表是大陆配偶。那我想有一条，首先第一个先感谢我们委员为我们新住民设立这个基本法。这真的是非常感谢啊，觉得很肯定长期以来对我们新移民的议题就非常重要哈。
那 我想就是第二条这个新住民的这个定义，其实刚才几位理事长也说得很好，就说他会引申出很多的那个人口性。那我想了解这新住民他是否包括说在台湾只拿到依亲居留的这一块，包括他的子女，所以这一块是想要了解的，因为这样会引申出第三条的就是保障的对象。那之前有谈到工作权，就说拿到依亲居留证其实可以不需要申请工作证就可以工作，但是这个如果是他这个新住民还有包括他的子女的话，那子女在有一部分子女在就读书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如果他也包括这个新住民的这个定义，那他可否再利用那个暑假寒假出来打工，因为他们交的是高额的那个学费。这一点其实我接到很多的那个姐妹来咨询这一块，所以这个也是我疑惑的一部分。那然后就是第五条的跨部会首长会议召开，这个我也想要知道具体的比较实质的是如何去规划，这是想了解的。那第七条就设置发展基金的来源，这个也想要了解说，那我这里不是绝对不是说刻意去分化说陆配跟外配的这个新住民发展基金，不是刻意去重复这一块，但是我们想要了解陆配其实在台湾的新住民它占了绝大的部分，那个这个人口占绝大的比例，所以想要了解这个就是它的比例是不是有一定的比例原则，在这一块来了解。所以说刚刚前面有一位理事长也讲得很好，就说我们其实在这里不是刻意去注重血缘关系，那我的小孩子其实是从大陆来的，但他非常认可台湾，他来到台湾以后一次都不愿意回大陆去，你叫他回去他也不愿意，他就喜欢台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就不要去刻意去重复血缘关系，这样的话让这个新住民他就成为本土的人，我觉得是最好的。那与其实政府去伤脑筋如何去发展陆客来台观光这一块，我觉得反而不如去放宽陆配亲属来台探亲这一块。其实如果这样放宽的话，每一个家庭他至少一个家庭就可以带一到两个团来台湾观光，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发展台湾经济的考量。这以上部分我自己的发言，谢谢。谢谢。那我们请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桃园市新住民女性关怀协会的总干事牛春如，牛总干事。好，我们主席好，以及我们所有今天与会的贵宾哈，大家好。有关于新住民这一块哈，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非常的用心，要推动一部新住民法。那当然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哈有与会的贵宾所表达的意见，就是新住民我们具体的定义所涵盖的哈人群范围到底是哪些啊？那当然毋庸置疑的哈，就是说作为婚姻来台的哈，我们早期被称为外籍配偶的这一部分，这一族群哈，一定是新住民里面的哈一部分，而且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而且可以说是占了绝大部分。那我本身哈是一位陆配哈，也是婚姻来台的。好，那目前来台已经17年。那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外配族群哈，所在一些法条方面、法律方面可能所需要哈，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依循的部分。啊，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其实的话哈，对这些新住民来讲的话，我觉得生活适应的部分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就业的问题。当然这些年哈，我们各部会好都做了很多一个在新住民在外籍配偶新住民就业的部分的一个福利措施，还有一些保障的条款。但是客观的一个就业的歧视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的很多的企业每年都在雇佣了很多的外劳啊，外籍劳工。那可不可以哈、啊，我们有一些奖惩的机制，让这些企业主呢更愿意去雇佣我们这些新住民啊？那新住民的话，其实我觉得让他有一个独立的经济，好、啊，对于他家庭的稳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新住民的学历认证的部分啊，那这部分呢是以陆配啊表现的比较问题比较多啊，那当然是鉴于哈、啊、很多比如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等等。那但是今天我们既然要推动这部分要推动新住民法啊，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这个陆配学历认证的部分呢一并哈、啊、能有一个更好的进展。那其实陆配学历的认证当然也牵涉到哈，当然有学历的人一定是说他的工作能力方方面面可以在台湾呢可以适任更多的工作，那对台湾社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哈，因材适用哈，因为他高学历他一定有更多的应该是有更多的工作范围的选择。那这些高学历的妈妈的话，我觉得让他们在台湾的社会能有一个更好的位置有所发挥的时候，对他们新二代的哈一个正向的影响哈绝对是存在的。那再来就是哈跟这个新住民学历认证有关的，就是台湾社会我们一直都在说要认同新住民哈，加强新住民的多元包容接纳。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应该要体现在说，让更多优秀的新住民呢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尤其哈、啊，在一些新住民领域哈、啊。那可是的话呢，在我们一些在我们的法令条款里面呢，它规定是说，你从事任何的公职人员必须要取得身份证满十年。好，那这部分里面又存在的一些的差异，譬如说今天东南亚国籍或者是其他的除陆配之外的其他的国籍，他们取得身份证满十年的总时间数大概是14年，那对陆配来讲的话呢就是要求到18年，当然目前是已经8改6了，还要16年，这里面的话还是会有一个差异。我们今天不是要求一个说绝对的平等，而是说我们在推动一个新住民法的时候，就是为了消除一些哈我们之前存在的一些差异，包括像说我们新住民当然包括了很多的族群，而且是说有就像大家都讲到的投资移民哈、科技移民、婚姻移民啊，那怎么样的把这些全部整合起来，包括你在没有取得身份证之前和取得身份证之后，所以呢这个新住民移民法的推动呢，好，包括里面一些内容的一个制定，真的是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心力和心血的。好，当然也是需要我们各部会，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多各部会的人员来参与。那以上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以婚姻哈、移民来台的，好，这些所谓的外籍配偶的部分，遇到的需要，我们可能在法律上。啊，有一个法源依据的地方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好，以上报告。好，再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请下一位，是我们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的会长，我们的钟景明钟会长。主席，各位，还有各部会的这些长官们，大家下午好。最后一个发言好像前面的各个先进都讲得非常非常好，很少可以补充的。我先强调几个啊，就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绝对不是婚姻介绍团体，而是社会团体。好，我看了这基本法，其实我感触很深，就是说，从大陆，我是两岸婚姻当事人，我结婚20年了，从早期这种婚姻这种到一直到现在，整个政府在重视这些大陆。这些姐妹，我在想说，这个基本法有没有对这个大陆地区人民的专业的人有没有想要引进他们进来？除了陆配之外，哈，我说的除了陆配之外，有些很高端的大陆地区人民。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最开始它的规范其实是大陆地区人民，后来才把配偶加进来，东加西加变成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想说，这个法当然，虽然我们刚看几条，就算就业不要歧视那一部分哈，我知道委员很辛苦啊，今年嘛哈，在讲那个21条函释的那个所谓除工的问题，大陆前面没办法做除工，你知道吗？目前。所以是不是用这个法律去规范将来，就是让大陆这些姐妹是不是10年任公职或者公务人员那一部分都可以整个给他一个平等？我是希望啊，就是说这部法律能不能涵盖在那上面啊？除了这个移民署管这个人能不能进来，哦，或者这个人有没有逾期抓你出去啊？我觉得移民署应该是这一部分去做专业的，然后。这陆委会当然是对大陆地区人民这一部分的这个方向哈，人民的方向，那配偶是不是要拿出来？这个是我们去思考有没有这种方向，就对于这基本法上面。那另外，我们在讲，一直在讲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真的不要把门关起来，让觉得大陆地区人民啊，这些人民是你过来会来会有。对我们是不好的，或者我来国安问题啊什么，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想，其实我看到一个我很忧心的疑虑，就是我这几年看到大陆这些不管是他们的官方或者他们的企业，一直在挖台湾的人才，好，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那我其实我在台湾出生，我其实有点担心，我们这很多人才会不会就直接到大陆去了？那我们一直在想说，大陆地区人民那一部分，我就讲这个基本法里面要不涵盖那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把门就是排除只有东南亚，还是有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那我看过很多陆生跟他们聊天，他来台湾半年之后，他对台湾非常的向往这种民主的制度。我们应该是统战他们，怎么是他们统战我们？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一直在。要把台湾的这种民主、台湾这种选举、台湾这种东西推广到大陆去嘛，然后让他们的人可以来多学习我们这个制度，或者学习我们这种人文环境。好，那我讲的现在是大陆地区人民。第二个我讲就是大陆配偶。其实这个基本法是不是将来通过更涵盖的这个第二条来讲的这些人民来讲，除了大陆配偶用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港澳台又有另外一个，然后又有这个所谓其他外国人的，怎么去规范这些人，从全部在这里面呢？哈，因为每一个国际法、移民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于每一个婚姻移民来的，他的时间都是不一样。那我现在讲的，是不是从他们进来台湾那一天开始拿到这个外籍配偶可能拿是居留权，那这个大陆配偶是一经居留。长期居留定居，是不是从一进去以后我们开始就要协助他？如果是，那很多法要很多要涵盖再进去的，包括刚刚前面几位先进在讲说这个社会福利上面的申请，那就这个法是不是能够涵盖？就是我刚刚讲，刚刚有位先进讲说，如果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界定？当然，我希望就是除了真的是跨部会吗？还是说只是一个法，全部让其他的？这个各单位就缴械投降，说我通通依这部法去弄。我刚刚看到很多这个部会在报告，帮这个不管是新住民什么，办了很多活动。我相信那个钱是新住民发展基金来的吧？还是他们各部会自己编列？各部会自己编列，还是那好，各部会自己有编列。那当然是不是就是说各地方政府都要？将来因为这个法之后成立新住民这个事务的这个局啊或者处，来对于这个他们地那一个那个县市，这新住民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辅导。那我当然我期望啊哈，就是期望是真的，就是这部法能够一次到位，能够解决很多，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大陆地区人民能不能也是纳入这一个移民的方面。那大陆配偶。配偶能不能这个依据这个法，他的这个平等，我刚刚10年任公职或者连除工都不能做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一次解决？如果是，我站在这边非常的认同，能够一次解决这些问题。我大概简短的发言，因为前面都讲得非常好，我只能讲这些，谢谢。
谢谢，没关系，我们待会如果大家有想要再发言，我们待会请行政部门待会有人要先做一个回应，次长。好，在次长回应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其实我们的基本法是希望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导纲领。那未来李里鲁说，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也一直针对原住民工作保障法在做一些追踪跟协助，跟去关心我们原住民的相关的就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蛮熟的。所以未来我们新住民不管在所谓的工作保障啦，你一定要有一个高位的纲领，还是一个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才能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只是第一步啦。我认为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未来还有很多路大家要一起打拼的。在这现在先请我们内政部的花次长。好，谢谢林委员，那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提供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我想从刚刚提到的很多的论述里面，其实确实我有自己在下面听，真的也 有一部分真的让我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那种感觉啦，真的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认真，而且会跟大家报告是确实在这样的公听会看到大家这么理性，这么温柔，这么专业的发言，让我们行政单位觉得还蛮温馨的。好，那首先我大概做几个面向的回应，我必须跟大家讲是在说关于移民或新住民的这个议题，其实台湾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不断的在学习和演进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状态。这个议题其实来得快也变得快，所以说其实大家正在第一线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当然我们行政部门站在 法治或者是行政政策 公共政策的推动底下，我们不断不断的在衔接。当然面对了这么快速变动，那议题又不断的创新的情况之下，那特别是这里面涉及到它又有属于国际的或者是两岸不同面向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底下，确实大家在这个分寸的拿捏，或者是说怎么样子更加积极的推动，我想政府部门愿意认真来思考，特别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关于人口政策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说关于人权，或关于台湾应该更是敞开心胸来迎向国际等等，没有错，我想这一切政府部门大概都会愿意认真 来思考。当然我们在观察这些部分，刚刚大家提到了 蛮多面向的问题啦，例如说纯粹就我们比较行政面的一些缺失，例如说基金没有法源，这就是一个很直接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像移民政策白皮书是不是应该重新再认真的检视和思考来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我想这都很直接很具体的事物，当然我们大概一定会认真的来面对和处理。但从刚刚各位的报告里面，我也可以感受到，其实现阶段在不管是 新住民或者是移民的相关的配套制度里面，大家比较感受到迫切而急切的问题，应该是关于歧视或不公平对待或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要赶快比较积极的来处理了。我觉得这是第一层我们在面对这个课题底下应该先去思考和面对的事。那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大概也会不管从刚刚提到的从两公约的角度，或者是我们自己在从一些 法治或者从中央和地方在执行各式各样业务底下，我们如何让歧视或不公平对待这件事情能够逐步逐步的去降低，因为终究这里面的成员或者 他所处的不管是工作或生活的一些情境，他确实跟平均国人的那个工作和生活的情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当然有一些比较属于相对弱势情境下的一些问题，势必我们在不管 不只是从移民的工作，我想从劳动卫生福利等等，我相信各部会应该 都应该可以要来积极去面对和处理。当然也从这边看到一些进步的观念，我想进步的观念绝对是我们要认真面对和学习的，但终究在政府施政的过程底下，我们要评估一个叫做务实的做法，所以在进步的观念和务实的做法里面，我们当然会去
归纳或者得到一个结论，叫做可以进步的范围到哪里。但这个就是我们在政策评估检讨底下，其实要跟需要跟大家不断的对话，不断的针对各种事项来进行沟通的一个内容。那可以进步的范围，我相信以现在政府在施政的立场和态度，绝对会都会是积极的去把它做到。那当然还有一些部分可能也需要再跟大家多做一些沟通。然后过去我们在做很多法案法制或政策的推动底下，我们会有几种面向。一种是以人为分类然后来拟政策，那一种是以议题或事务为对象来拟政策。那长期的经验比较告诉我们说，以议题或事务为对象来拟政策会是比较精确比较完整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不会出现说爸爸委员会或妈妈委员会，我们从爸爸的角度其实有好多好多事情其实政策上也需要加强也需要关注，更是从特别从妈妈的角度那就更多了，或是男生委员会女生委员会。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一个新住民委员会的这样一种概念，而在说其实就很多事务的推动底下，我们过去现在的作为也是一样，属于内政部移民署这边该精进的，或从户政司，或从劳动部，从卫福部，其实他从事务的角度，他其实是可以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做。当然只是在这个个别议题面向里面，我们对于新住民这个部分的重视或者是照顾的程度完整不完整 OK， 这个部分这是一种角度啦。当然要把它整合成一个从人为类别的角度来思考也不是不行，只是说它的精致度在单一议题的精致度上面，其实最后还是要回馈到劳动部卫福部来做专业的资源。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考话题，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再做一些沟通了。终究我觉得了，我们只是在讲说现在在面对新住民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其实应该先去把问题厘清了。我们现阶段我们希望处理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说实在话在行政部门我们从来不敢去设想说我们可以全面解决问题，我们一定是一步一步的把问题厘清。现在大概我们现阶段要处理的重点问题是哪里，我们先厘清那个问题，在厘清那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要来思考我们到解决问题的策略路径和目标，一定是这样子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我们目标是怎么样子，中间有哪些路径，有哪些策略我们要去规划。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很精确，至少有某些问题会因为这样它真的被解决 OK， 而不会是在说我们希望解决那么多问题，你没有提出一套可以解决那么多问题的方案，那就不要来跟我谈，那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会继续的延宕。那这就是一个取舍啦，这就是一个取舍。所以说我们在有限资源或者是有限量能情况之下，当然我们都希望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用法案的方式还是用方案的方式，这都是选择。常常很多实务的问题，我们过去其实有些建立一些执行方案，它就真的可以务实的解决一些课题了，它就可以务实解决一些课题。那当然法案的部分我们是在讲说，我们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在法律的基础上缺了什么，所以说我们在不管从立新法或者是修法来补强我们的法治基础，那这就是处理问题的过去的一个经验。所以说当然这一切些当然只是跟大家沟通指教了，倒不是说这叫做政策，因为终究我也不能代表各部会，我在说今天听完大家很多指教确实有很多心得，那终究新住民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课题其实也是政府部门愿意跟大家携手同心一起来解决的。以上我做这样的回应，谢谢。谢谢次长。那其实我们两岸婚姻也30年了，那对于两岸婚姻还是我们的就是移民婚姻，其实走到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福利面照顾面，刚刚次长聊到的我也非常有感的是说，我们一直在用就是新住民是弱势这个概念去做照顾，然后很多我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移民婚姻其实样态非常多。我刚刚为什么会再谈到不管是商业移民还是工作移民等等，我希望去颠覆大家对移民
就新住民这个概念，因为刚刚我理解的，大家认为新住民就是婚姻移民而已。其实像我常常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推动，应该是做一个滚动式的。那已经滚到没地方滚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法言上位，可以去为台湾不只是照顾而已，它是一个为台湾去走上国际的一个概念。所以刚刚很多专家学者也谈到，到底是要做福利面，还是所谓的就是到底是要福利还是要人权？我觉得，我比较期待是福利人权都是在我们考量之内，因为我不希望我们都要二选一。为什么我们需要只有二选一？我认为啦。所以呢，我觉得像我常常说的，我们在做新住民工作，婚姻的新住民工作，大家常说我如何告诉大家说不要标签化。我告诉大家，就我在做一些分享的时候，我常用一本绘本来陈述这件事，就是我最特别，就是灰点点跟星星。我无法将你身上的灰点点拔除，我总可以把它变星星吧。因为灰点点已经贴上去了，那它没办法被拔除的时候，它是星星的话，那对我们台湾整个族群的，我觉得亚洲啦，不只是只有我们，我觉得人家对我们这样子的概念推动是可以再进一步的。所以我提出这个法，我也希望说未来多多听各部会，还是各不只是听专家学者，我觉得部会我们也会听，但我觉得说有时候整个不管是基金，还有刚刚我们钟理事长问的各部会做的是不是是基金的钱，我必须要承认，有些是基金的钱，有些是各部会自己编的，有些是申请公益采建的，有些跟民间团体的基金申请的，就很散脱在各个部会。那我觉得这个如何让台湾迈进，不管是人权还是移民政策，还是协助台湾去走到另外一种我们常讲的经济的困境。所以我是用不同的面向，或许这种思考逻辑现在可能跟大家一时之间无法讲得很清楚，但我觉得我是为了台湾好。那不知道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是我们的教授有需要再补充还是发言的吗？我们的宋理事长，好。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第一位发言的人又再跳出来了。其实是因为次长发言了，我们才跳出来讲。基本上次长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其实不代表其他的部会，但是他讲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实际在第一线执行面的人碰到的最困难的地方。非常多的法院，非常多的人在做事。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叫我们去做选择，实务面还是基本面，还是人，还是刚才我们刚才立场委员讲的，像人权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希望这样的法条，它是定位在这些所有细部分配在各个部会里面执行的一个高位阶的一个人口的政策，或者是它一个移民的政策。很多的法条在执行的时候，我们这些单位在执行的时候，其实都会碰到嘛，他是不是我们可以辅助的对象，他到底符不符合你的条件，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做选择。结果在所有的条文之下，其实有非常多的情形，在不同的条文之下，这个被排除，那个被排除，所有的东西在选择之下，我都相信有这些务实还实际的执行面。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法条，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基本法，是我们希望把这些人，不管他是婚姻移民，或者他是我们讲的白领也好，商务也好，他是不是都可以来先把这个位阶定之后，这些的条文才有办法有一个执行的面向和他的基本的一个立基点。不然的话，在执行面的时候，
这个也被排除，那个也被排除的时候，就不可能了嘛。非常多，刚才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先进，就是移民的这些先进，他其实就已经讲到这个困难了。那哦，好像我们这样的单位，他要去申请一个福利政策来造福我们的姐妹的时候，不一定是姐妹，也有兄弟啊。这些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都把他当作就是他已经进来台湾，他希望留在台湾的人，我们希望要照顾他。那有什么样的方式照顾他？他符不符合我们来照顾？才有这样的，才有这样的这个基本法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很重点在讨论这些人，哪些人适合。哪些人适合？那至于实际的操作面，我相信在次长在各位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前辈或者是长官之内，你们都有，你们都非常会背条文的，你们也非常容易的把这个条文分类出来来执行上面。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一个高位阶的这个条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法来去一个做界定的时候，你们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不要再做选择，不用再对去我去排除说我现在就是应该要做这个啊。我就像刚才立禅讲的嘛，当你滚到没办法滚的时候才跑出这个东西来啊。哦，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102年的白皮书事实上是要的，而且本来这就是涉及国际，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所以它滚动的速度本来就是很快啊，它偏当的问题就一定是很多。那所以它必须真的要很切实的去做调整，去把它认定出来。所以这样子的法，其实我们会希望多加的讨论把它凸显出来，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实际执行面，其实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就是政府部门的第一线的执行人的人，他其实就是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法条的讨论，把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让大家做检讨，对不对？他真的有可能要很久的时间去界定，但是我相信会把我们所有的单位或者是所有的新住民他碰到的问题把它列出来，这是我要补充的。谢谢，谢谢宋理事长。那还有好，我们徐秘书长。好，谢谢哈。我也是针对华次长发言之后，我就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的主管机关其实对新住民的议题，其实熟悉度还是非常的薄弱哈。因为他刚刚第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他今天来上了一课，而且对新住民议题哦，原来。他会觉得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如果 以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在谈的就是说我一直没有拿到国发会任何的一个关于台湾未来人口补充的一个资料，是我自己当然去查的。那既然就是说其实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事务性的东西，因为事务性的东西其实目前就像大家谈的散落在各部会的关于新住民的东西都已经有了，也在做了，但是目前因为新南向政策的关系，造成某些时候是非常急救章的散落在各部会很急进去的，包括我刚刚听到教育部的这个很多很相信都是这一两年因为新南向的事是急救章编进去的，那急救章编进去的状况下就会变成刚刚张正大哥讲的，就是现在都在猎人头，哦，现在都在猎新住民二代，猎新住民，这种东西对国家未来它绝对不是好事，它是一个放烟火式的效果，因为你烟火放完了，那我们未来的人口呢？那我刚刚也有听到花市长讲得很好，就是他应该要讨论一下，多再拟一下我们的移民政策或人口政策，对，移民政策、人口政策绝对不是落在一个新住民立委的身上。一个新住民立委他没有掌握行政资源，所有的行政资源掌握在行政院或者是内政部手上，那行政资源掌握在内政部的手上的状况下，你们对于未来国家的人口有没有期待，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没有期待，移工是不是优质的移工转成移民有没有期待，那如果有，当然我们新住民基本法架构完之后，我们后续各个部会把新住民相关的业务推出来的时候才能够统合，那事务性的经费才能够
让大家去认识新住民。为什么说我说事务性的东西有些时候大家不懂，我必须说很重的一句话，叫做教育部真的懂新住民吗？还是急救章的做事务性的一个协调或事务性的工作？那劳动部呢，他也不见得懂。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层在协助很多劳动部在执行很多的方案，包括培力，包括教育训练等等等，他们其实对新住民是不熟悉的。好，那卫福部一样，就是说新住民其实他是一个专业，我必须强调，我非常佩服立场委员，他是一个专业的新住民立委。那新住民议题是一个族群议题，它是一个人口议题。那既然它是一个高位阶的族群议题、人口议题，就不是单纯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做好的，应该就是国家未来有没有政策，国家未来有没有移民政策，有没有人口政策。那人口政策的位阶在哪里？人口位阶最高阶嘛，鼓励大家生，知道现在内政部应该很清楚，卫福部很清楚，生不出来了啦，未来一定是下降的。那鼓励大家生碰到问题了，那鼓励移民又没有。我必须说，目前的国际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还是停留在所谓的管制阶段，它没有吸引。那新住民基本法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宣示性的作用，就是我们可能台湾是想要吸引国外的移民人口进来台湾，想要。就像说刚我们在座几位关心陆配议题的，人家中国大陆已经很大方的说准国民待遇，那我们说什么？我们有说过什么吸引外来的人口，包括高端的中国大陆的移民，而不是说用一个有一点问号，就是说啊，中国大陆的移民会有国安疑虑。我想有犯罪就抓起来，没犯罪就不要怀疑人家，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常识啦。但是现在的政府有一点怕，因为台湾政府或台湾人对自己非常的没信心，好像我们会被怎样一样。说真的，我都不怕，只要你来一个我吃一个，来一个我给你捅一个，因为我觉得台湾太有自信了。我们在民间来讲，台湾的民间活力太强了，你大陆人你多来多来，你多来，你钱也来人也来，我都不怕你。为什么？根本就不怕你，因为我比你强啊，我的软实力比你强，我们不是比你比国大。所以说移民政策或人口政策，真的我们看到一个新住民立委提出这样子，我们在民间刚刚那个真理大学的一个蔡教授，他就说他是移民署副署长退休，他跟我讲说啊，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所谓的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或人口发展一线曙光，那也好不容易在一个立法院的殿堂里面可以很务实的讨论到这个议题。所以说我刚刚花痴在讲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是他第一句话讲说他真的上了一课，那代表他真的有认真提到台湾，关心到台湾，或者是基层很多协会包括立场委员，包括很多官员所不懂的。我必须说事务性的东西散落在各个部会，那怎么样把事务性的东西统整起来，变成一个可以吸引国外移民进来的？我必须一直在强调，我目前掌握到的数据 99.5% 都是婚姻移民。那未来呢？未来如果我们人口变成负成长之后，移民人口也变成零的状况下，那我们台湾就是要面临未来人口变成1500万的状况。那这个部分绝对不是责任，绝对不是一个新住民立委或我们在座的身上，责任就是在大家身上，或 在行政院身上，或在国发会身上。因为我今天一直期待国发会可以带一些资料来发言，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比较把我们实务的经验结合政府的数据，去看到我们台湾未来。那我刚刚也很多认同很多位大哥讲的那个蓝领移民的部分。那蓝领移民的部分，我知道目前政府是有一点点血统主义或高端主义。那我刚刚有跟宋理事长跟几位在下面讲，其实蓝领很多优质的蓝领，尤其进来五年十年之后被老板推荐的很多蓝领的移工，他想留在台湾，雇主也很想推荐他的，这个筛选机制只要建立好了，其实蓝领的补充人口也是要的，也是可行的。或者是我刚一开始就强调的，很多学生，很多现在那个侨委会一直补助很多侨生回来，海青班等等等，侨生班等等等，这些人我认为我接触到的，实际上他们很多很想留在台湾，但是台湾拿什么东西让人家留下来？如果没有，他们还是去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那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好的高级人才培力所，
那培力完之后就出去了。那台湾还是轮流沦为代工的一个未来，就是一直在代工，一直在代工而已。那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人才留进来，就取决于政府有没有真正的面对我们未来的移民人口政策，或者是少子化的问题。因为刚开始我记得花痴一开始也讲，涉及的人口越来越少。那白领的为什么不涉及？那蓝领的假设愿意涉及，蓝领的优秀愿意涉及，你又不给他涉及，这个是目前的问题嘛？那你不涉及，我觉得白领的不涉及也没关系，不涉及对台湾不涉及，他有时候举家已经都在台湾生活了，那是他的选择，我们不理他。但是你还是要一个吸引人的诱因或宣示性的作用。那目前没有，那我们连一个宣示性的作用，那去统整个部会的资源，可能都还没有。那这样子才会沦为事务性的，在各个部会。如果以急速性的来讲，如果以这一两年我看到的这一两年来讲，哦，猎杀新住民，猎杀新二代，为什么？放烟火。那各部会的钱很多，那个都是短期的，它不会有效果，哦，不会有效果。三年五年花完了，例如说了，花完了大概就没了。大概很多行政部门都很有经验，钱来了，赶快找个新住民啊，找个新二代演一演就结束了。但是国家未来是什么？国家有没有希望他们留下来？那如果没有，那国家长远的发展落在一个新住民立委身上，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哦，落在我们这些关心新住民团体的身上，非常的不公平。那我真的很开心，就是说今天有机会参与这个那个公听会。未来如果有机会，我想说真的是多参与，因为这个是攸关于国家未来非常重要的东西，也真的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肯定，就是说至少在立法院里面有一个委员会，有一个委员真正对于新住民议题、对国家议题真正专业、真正关心。我必须说到最后一句话，包括美国到现在为止立法禁止歧视，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也都欢迎新住民，欢迎移民。但是美国的黑白种族问题到现在还在，所以移民问题绝对不是一天可以促成的。刚委员谈到的那个灰点点变星星的问题，今天在座的大家已经是专家了，都还知道到处存在就业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等的问题，它绝对不是一触可成的。但是一个新住民基本法只是要吸引大家正视移民问题，正视移工问题，台湾正式进入一个移民国家的社会。因为台湾以前到现在都号称移民国家，但是没有一个专业的移民法规、移民法律，没有。好，大概是这样子。我想说提高一些基础的建议让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因为我们花次长要补充，请次长。好，我还是做一下补充啦。其实刚刚可能各位没有听到我们提到说我们支持新住民基本法这几个字，所以是不是？所以说我必须要这样讲啦齁。其实不管有没有新住民基本法，它一定要在各部会相关的配套措施一定还是要跟上。所以说我刚刚跟各位沟通，我是真的是站在跟大家善意沟通的角度告诉大家说，其实行政部门的各项的方案其实才是未来落实到新住民各项政策、各项事务底下最具体的一个内容，而不是说好像没有新住民基本法，这一切就没有价值。同仁这么多，同仁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努力，虽然说它不是100分，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终究大家也都提到，台湾的移民政策其实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是相对进步的。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给同仁这样的一个努力，而不是在说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所以大家的努力根本都是白费的。那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希望大家，当然我们都了解立场委员这样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们真的不可能让立场委员孤军奋战呐。哦，政府这么多的部会，这么多的同仁做了这么多事，还有必要的资源，所以我只要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说，这一些方案该有的作为、该有的精进，甚至我刚刚特别提到移民政策、移民白皮书，其实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上位的实质的内涵。OK， 那跟新住民基本法之间，它可能也是一种衔接和过渡的一个过程。
就是移民白皮书的内涵做得更好，后面的政策做得推得更完善，其实我们才会更清楚知道说新住民基本法该定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定会是比较好的。我们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只是一味的说 我只要先有这个新住民基本法，说实在话它有点本末倒置了。哦，所以只是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跟大家沟通，而不是在于说，您听到我没有提到支持，于是你们感觉到遗憾。我想行政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其实我希望各位还是要能够看得到。那你们的努力，当然我们表示尊敬，我们也会跟大家携手同心。所以我刚刚的发言的最后，也是希望站在大家合作、携手同心的立场，好不好？大概先做这样的补充说明，谢谢。好，谢谢花次长，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其实各部会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们也很肯定我们各部会做的相关新住民的工作，但我必须要说我们希望好还要更好啦，应该这么说啦。好，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其实因为这部法的引领，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吸引人才也好，还是把我们的新住民变成我们未来更台湾打进国际市场的，还是很多人跟我说这样好像是利用我们新住民，我觉得不是。其实我们很感谢台湾在这移民婚姻这30年来对新住民的照顾，那现在很多新住民是可以有能力在为台湾做一些贡献，我觉得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合作的概念。那我们有一位老师，就中央警察大学，因为我们林晨金啊，银金，我们的教授，因为他没办法到场，那他就给了我们的书面资料。那如果就我们这个书面资料会列入记录。那如果在座各位如果任何的想法，其实不一定要开公听会，都可以寄到立产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说要更完善的去收集到各个声音呀，还有各个建议。那其实今天也感谢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那也感谢我们各部会，其实从头做到尾，那也真的跟着我们的公听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公告，就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可以完整的去陈述。那我们整个大家的发言会整理成就是成册，那会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作为审查新住民基本法的重要参考，也会送给各位今天出席的各位做就是各位出席者。那再度感谢大家今天辛苦了，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散会。